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宣布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8日上午9时至下午20时16分，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柯志恩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赖世葆委员等47人，列席人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率同有关人员等，主席黄昭吉委员国书。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二、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针对浩鼎案一议提出说明，并被质询，并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权税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国务部等单位派员列席。本日议程由委员柯志恩等23人提出质询，并经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及相关人员进行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江启臣等书面质询列入刊登公报。决定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代理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宣导结束，因此提案两案均修正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记载错误？无错误，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有两项：一、邀请教育部部长、教育部体育署署长就教育部体育署针对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参赛筹备情形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二、邀请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署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首先介绍本委员会今日出席委员：柯志恩委员、苏巧慧委员。好。还有吴志扬委员，谢谢。然后我们教育部列席的官员有我们政务次长陈德华陈次长，教育部综合规划司司长陈雪玉，教育部高教司专门委员倪周华，教育部技职司专门委员江秀珠，教育部终身教育司专门委员杨修安，教育部国际司教育副参事廖高贤，教育部师资义教司副司长郭淑芳，谢谢。教育部资料司高级规划师韩善明，教育部学务特教司副司长严宝月。好，教育部秘书处处长周以顺，教育部人事处专门委员曾义群，教育部政风处处长于建国，教育部会计处副处长李佩华，教育部统计处专门委员徐建中，教育部法制处处长李松茂，教育部私校监理会执行秘书赖俊南，教育部青年署副署长施建处，教育部体育署署长何卓飞，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教育部国教署组长韩春树，国训中心执行长邱炳坤。好，我们的委员张廖万坚委员也到场。好，谢谢。哎呦，张廖的掌声比较大声哦。好，现在两岸一起进行口头报告。首先，请教育部陈次长进行口头报告，10分钟，好吧？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日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部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参赛筹备情形及青年发展署的业务提出报告，甚感荣幸。以下先就本部青年发展署业务进行报告。本部于102年组织改造后，将原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的青年就业及创业业务原额、编制及经费分别移拨至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并将青年发展与教育体系密切连结，
目前执施之业务主轴为促进青年职涯发展，推动青年多元公共参与，鼓励青年参与国际体验及服务学习等，亦本于创新、同理及整合服务原则来推展业务，成为青年整合服务的主要平台。以下仅择要报告重点施政成果及未来施政方向，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在促进青年职涯发展方面，包括第一，办理大专校院职涯发展工作，补助大专院校推动生涯职涯辅导工作，强化职涯辅导人员相关的职能，协助学生及早做好职涯规划。未来将透过校内外资源整合，融入课程教学及他校经验的借鉴，增进在学青年职涯发展概念。二，督导推动多元职场体验计划持续进行，持续办理青年暑期社区攻读计划、大专生公部门见习计划、经济弱势青年攻读计划、国中毕业未升学未就业青少年辅导计划以及 Richer 职场体验网资讯平台，并将强化开拓特色职场体验机会，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优先照顾经济弱势的青年。第三，办理青年创业竞赛及培力活动，办理大专毕业生创业服务计划、智慧铁人创意竞赛、台湾国际学生创意设计大赛、大专女学生领导力培训营以及青年创意生活城等创意竞赛及培力活动。未来整合本部各司署创业计划及衔接各部会的创业资源，提升青年朋友创意思考与实践的动力。第二，在扩大青年多元公共参与方面，包括第一，持续建立政府与青年沟通平台，已经建立了青年政策参与的平台，推动中央层级的青年咨询组织，协助大专校院学生会的发展，并持续办理青年政策论坛，让青年形成改善社会问题或政策为目标的方案，发挥正向的影响力。第二，推动青年社会参与，办理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校园讲座、公共事务青年人才培训及结合公司部门资源，鼓励青年组成行动团队，开发创意者行动方案，建构青年社会参与的实践平台。第三，扩大青年志工参与，建构青年志工服务平台及网络，并办理绩优团体竞赛及颁奖典礼，发展多元青年志工服务方案，卷动青年参与志工服务。未来将发展志工长期服务方案，开发适合青年的长照服务模式，引导青年由一次志工转变成终身的志工。第三，在推动青年国际及体验学习方面，包括一，鼓励青年国际参与行动，为了提升青年全球移动力，持续积极办理国际事务人才培训，鼓励青年与海外发声及实践国际壮举，促进跨国青年事务合作，拓展我国青年交流的网络，提供青年国际参与及交流的机会。第二，推广服务学习海外青年志工服务，落实本部服务学习推动方案，整合各级政府、学校、社区、企业及民间团体共同推动，鼓励青年发展多元服务方案，赴海外进行志工服务，强化网络联系及资源的整合，提升整体的成效。第三，推动青年壮游体验学习，推动青年壮游体验学习，逐步建立区域策略联盟，鼓励青年学生探索台湾及赴海外度假、打工、游学、自助旅行、公益旅行及壮游体验，以培养多元的能力。未来青年署亦将朝向区域均衡、学术青年及社会青年均衡、长期发展及青年资源广为周知四大方向，推动青年发展的各项业务。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持续给予青年署支持与指教，各项施政重点详如书面报告内容。至于有关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参赛筹备情形，等一下由体育署何署长来进行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正，谢谢。好，谢谢陈次长。好，接下来请何署长哈、来做口头报告哈、针对里约奥运的筹办情形。好，十分钟。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日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部主管
今年第31届里约奥运备战情形提出报告如下：今年的奥运会定于8月5号到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将举办田径等28种运动种类，306个竞赛项目。本部已函颁我国参加2016年第31届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手培训参赛实施计划，由体育署、国训中心、中华奥会以及各单项运动协会据以执行各项培训工作。本届奥运已争取突破50位选手参赛资格及获得3金2银1铜为参赛目标。重点夺牌运动种类既有举重、跆拳道、射箭、射击、羽球、桌球、柔道、高尔夫、网球等。备战策略如下：第一，遴选重点培训种类，遴选具夺牌、金牌、夺金牌的重点运动种类、项目和选手，施以专案培训、团队运科以及客制化的资源与协助。第二个，争取最大量的参赛资格，针对具有取得奥运参赛资格可能的运动种类，积极辅导其培训与参赛计划，以取得最大量参赛资格。第三，礼聘国际金牌教练，视运动种类及特性，聘请优秀国际级教练来台指导我国国家培训队，并与单项运动协会合作，研拟该项运动整体培训计划及选手的培训专案。第四，精英选手的国外培训啊，专案训练，借重其他国家的优异竞技实力，选派我国精英选手赴国外一地训练或接受专业技术指导，全力辅导重点选手提升竞技实力。第五，赛前移训及适应，请各单项运动协会及教练协寻适当地点作为赛前一地训练场地，并可调整时差及适应当地环境与气候。第六，运科团队的支援，对于重点运动团队，依运动种类的特性及需求，遴选优秀的运科人员随队支援，并借以成立团队，且有组织化的运科专案支援以及监控。第七，训辅小组支援，遴聘具有专业及热忱的训辅委员，专责统筹协调及协助协会对该项运动种类的教练选拔及选手选训赛服等工作。第八，运育团队的支援，加强对选手身体状况的检查、健康管理、医务监督、生化检验、运动伤害防护及运动禁药检测等，以运动医学支援教练及选手，协助选手以最健康的身心培训及参赛。第九，国训中心的软硬体升级。国训中心在软体硬体方面已经完成了击击馆及球类馆等训练场馆的新建。另依据2016年里约奥运筹委会公布的比赛器材规定，采购相同的器材供选手训练使用，并且依这个里约奥运比赛场馆的资讯，我们模拟搭建比赛场地。第十，勤收资料和分析，收集各竞赛场馆及比赛器材等的竞赛资讯，另透过各代表队参加国际赛及测试赛，拍摄及记录对手的资料，建构完善的对手勤收资料库，为培育优秀的选手备战里约奥运。目前，从这个前年的仁川亚运一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成3个阶段来办理各项培训工作。那到现在呢，各运动种类依其属性，在营内培训的有举重等14种运动种类，有63名教练及269名的选手在国训中心集训；在营外培训的部分，有射击等5个种类，10名教练以及23名选手在营外的专用场地集训；另外有在国外的专案培训，是有网球、高尔夫、马术及田径，是在国外的相关的大学或训练基地
在或参与国际性的比赛啊，做以赛代训。截至105年4月18日，既有射击、射箭、马术、田径、举重、跆拳道、自行车、脚力、桌球、体操等10个运动种类取得29席参赛资格，另游泳有13人达参赛 B 标。未来还有划船、桌球、羽球、柔道、网球、射箭啊，是属于女子的部分。游泳、高尔夫、田径、脚力、自由车、拳击等运动种类还在积极争取参赛资格，而这参赛资格的最后确定在7月中旬。为力提供我国各运动种类培训队对备战之需，本部已于105年3月19到28日筹组赛前考察团前往里约考察。那考察这一次呢，也确实啊得到了一些很好的这个讯息和情报。第一个，我们了解了奥运竞赛的场馆设施、环境及交通等变相因素，作为整个参赛准备的作业参考。第二个，我们拜会了里约奥运的筹委会，了解赛会筹备的情形，确认各项参赛资讯及相关的事项，提供各培训队纳入训练计划。第三个，邀请了媒体随同前往实地参访，将里约奥运筹备情形详实报道，唤起国人对2016里约奥运的关注，进而关心奥运选手培训及参赛表现。这次我们也特别邀请了2位医师前往里约筹委会的，看他们的整个防疫情形，收集兹卡病毒的相关资讯，也拟定了一个防患的措施。我国选手从2014年仁川亚运结束后就投入训练至今，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总集训阶段。为达成参赛目标，体育署、还有国训中心、中华奥会及各参赛的单项运动协会、选手、教练正共同携手合作，全力以赴朝目标迈进。也请各位委员予以支持，协助选手全心备战奥运，争取最高荣誉。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持续给予教育部支持与指教，并为我们的选手、教练集气加油，拜托，谢谢。好，谢谢何署长。报告委员会啊，教育部吴思华部长啊，今天因另有公务啊，在南部几个大学有考察的活动啊，所以今天啊的备询由政务次长陈德华啊来代表列席啊。青年发展署罗清水署长啊，因公奉派出国啊，所以今天的青年发展署的代表由副署长施建处啊来代表列席啊，跟委员会报告他们的假单啊都在这边哈、啊。好，以上啊。好，现在来进行询答，每位委员询答时间要8分钟还是10分钟？好，每位委员询答时间10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啊。列席委员询答时间8分钟，好不好？好。6分钟。哎，没有延长哈。10点截止登记发言啊。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委员提案呢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好，首先请苏巧慧委员质询。啊，主席，我们请次长和署长，体育署署长。好，陈次长、何署长。没啦，署长没盖难啦，不要紧啦。文好，文好。对啦，嘿，次长早，署长早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奥运嘛，好，大家都知道奥运很重要。大家都希望有好成绩，而且一场奥运的比赛影响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种种各种层面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才要花这个时间在这里来讨论奥运。好，那我们就开始哦。署长，我想请问一下，你刚刚在报告的时候有说今年有预测我们可以这个3金2银1铜，这怎么预测来的？怎么计算来的？跟委员报告简单就好。是，其实我们哪几项？过去几次的奥运会的表现来看，这个举重、射箭、啊、
跆拳都不错嘛，哈，我们的这个夺金夺牌的项目，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强项。那今年有没有信心？一定要说有啊，当然 有信心。我们选手都在积极备战，我们也全力朝这个方向在迈进。好，署长，很高兴你这么有信心哦。那我想啦，其实奖牌数这个预测奖牌真的是最不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努力应该要做在前端，要做在前期，从小的人才培育一直到今天为选手做的种种的努力，那真正到了比赛赛场之后，我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他最大的后盾，应该要给选手的是最大的空间，让他去尽力发挥就好了。其实奖牌的预测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啦，所以今天在这里，次长也在，代表教育部次长也在，署长也在这里，我最想请问的其实是我们国家最长期的体育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体育的现况，不管是从产业面来看也好，或者是选手面来看来好，其实我们的问题都很多。从我们的体育产业来看好了，如果我们从大家现在电视打开，其实都还是在看美国的比赛居多啦，不管是棒球也好，各式各样的体育赛事也好，都是国外的。我们来看看，用美国的这个运动产业来看的话，你看看它的产值是大概是多少这个我们查到的资料，十年前美国的运动生产总值是2000亿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是多少？是6兆台币哦。大概是美国的 GDP 的 1.5， 但台湾是多少？署长知道吗？次长知道吗？我们是有做这个调查，但是产值蛮低的。蛮低的，大概是多少？有印象吗？这个数字有时候很难背。印象之中应该是几十亿而已吧。几十亿啊？那署长很客气啊。我查到的民国100年的工商及服务普查资料，你大概是怕说太高被我们念吼。这个100年的资料吼，和运动相关的三个行业有职业运动业、运动产管业、运动及休闲教育服务业。如果是这三个产业加起来的话，台湾的总产值是173亿，占我们的 GDP 是0.1呀。所以如果我们用美国来做借镜 1.5 的话，其实是要到2500亿，差大概还有2300亿，你就知道说我们台湾的这个运动产业其实是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可以发展的空间还相当之大这是我们的运动产业产值好，那如果用就业人口数来看的话，次长、署长，因为我们的体育政策就是教育部就是体育署这边要你定出来的你一定要对现况有了解嘛。好，刚刚台湾产值，现在来谈就业人口。我们台湾的运动从业人数大概是多少？有概念吗？我们的家数是10000多家了，就是家数。对。好，我说的是人口数啦，从业的人口数。你如果对现况都不了解的话，政策要怎么定出来呢？人口数，我们。大概没有记得很清楚了。好，没关系，因为这个都是数字啦。好，你今天要来谈奥运，可能没有准备到这里，我提供给署长跟次长这边参考。我们这边查到2011年的工商普查，台湾的运动从业人数大概是1.3万个。我们再回到刚刚美国来比较，其实美国有45万个。所以如果运动这个产业好好的发展，其实它是可以创造相当多的工作机会。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要青发署要来谈青年就业嘛。所以我们作为台湾的最高主管机关，这个教育部所有的体育政策是在贵部这边来制定的，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宏大的眼光，可以看比较远？我们不是在谈单项的比赛而已，而是到底如何可以让台湾的体育国力可以成长？每年都在说是体育元年，体育元年，那我们到底都做了什么事情？是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我们从这个100年发布了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之后，其实我们也正式从那个开始，在整个体育运动的发展就是三个支柱。第一个就是全民运动，第二个竞技运动，第三个就是运动产业。那运动产业的部分，当然我们依照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也会提出所谓的运动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计划的4年的中程计划。很好，署长像这样有概念，我们这样可以沟通对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再看我们这个
体育影响力，就你刚刚说有全民运动嘛，然后有竞技运动，有这样下去嘛，哈，运动产业嘛，我们刚刚谈完的运动产业，你自己也说其实是少的可怜。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如果说竞技的部分，也就是这是奥运的部分，那你觉得台湾这样算是体育强国吗？我们如果说我们算不算嘛？以奥运金牌数和这个用人口数的话，我们的成绩表现算是还是不错的。我们算是不错。如果从奥这个四大运的这个排名和这个奥运又跳到四大运了，和奥运会的排名，我们这个在我们曾经最好的奥运排名是63名。哦，这样子哦，63名算是不错就对了。那我同样啦，一样用。市长、署长，你的这边的标准用人口数和得奖数来做一个比较，其实人口数和台湾差不多的国家哦，我做了一张表哦，这个比较出来，其实我们看起来不太理想呢。你看看台湾哦，我们是2300万人呢、啊，国家来做比较，确实是参加了24次，总共得到21面奖牌，每次大概每一次去参加回来，其实是0.88哦。那如果我们用我们最近的韩国来做比较，韩国的人口数是我们的2倍，5000多万嘛，哈，它的得奖数是我们的10倍以上，哎，是。那澳洲也是啊，跟我们人口差不多，这是用你刚刚说的资料啊的比较标准啊，哈，那是、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国家在花在体育预算以及企业资助在体育的部分，差不多也超过我们10倍，非常好。那市长，他讲出了我们今天想要的答案。人家有办法让预算是花在这边。市长，我们教育部有没有心，有没有能力？我们未来有没有规划，是能够争取更多的资源放在体育政策这一块呢？是，谢谢委员关心哈。确实，我想体育这件事情，当然大家都很重视了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几年台湾体育的风气是慢慢在扩散当中。对于政府的体育预算的投入，因为这里面当然牵涉到部里面的公务预算，另外还有就是运动基金这一块也能够同时来支援。我们希望能够多元、啊，就是、都在做就对了啦，对 对, 對，都在做啦。可是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政策，其实一般人哦，就是不用太深奥的知识都可以理解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体育政策，其实从教育部开始来看，就是我们就是。普遍的去找出有资质的人、有能力的人，然后做什么？把他拉出来当选手，让他去做比赛的选手，为国争光。可是却没有创造去积极的培养更大量的运动人口，其他的人都不管嘛。不要说什么，就从我们学校从小学、中学的体育课时数，我们就可以来看了啊。我们的小学体育课时数有多少？像反观我们最近的日本就好了，人家3堂课国文、日文啊，3堂课国家语文的同时，就有1堂体育课的比例是这样，哎，我们小学1年级一个礼拜2堂体育课，2堂里面还有1堂是说在坐在教室里面当这个知识性的进修，而不是出去。这样子的政策怎么可能培养出广大的体育人口，最后能够支持体育产业？这不可能啊！是跟委员报告，当然。在正规的课程里面要增加体育的课程，这是我们努力，然后但是因为那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其实努力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在国民体育法里面有特别规定，就是说学校本身 每周必须要有150个小时的150分钟的那个体育的活动课程，那是正规课程之外安排的。我知道，其实今天在这里也是让教育部有机会可以再次表示你们的方向，但是至于是不是能够有继续往这个方向继续更大量的前进并且落实，这真的就是要好好的监督并且教育部要做的嘛。因为一个国家体育力要能够好，确实是要从小培养啊。那你现在讲到小的部分，小学的部分，那往上我们讲到选手刚刚是这样的对待，那如果再谈到选手退役之后呢，其实所谓的选手退役，我们都知道嘛，运动选手的生命生涯大概是30-40岁，也就是跟我们这一代差不多的人，现在要进行到转业的部分了。我们国家有没有办法有好的政策？是，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实际上和国训中心和奥会有针对我们的优秀运动员的职涯发展有相关的计划，有都有计划。优秀的运动选手，他如果达到这个一定的成绩。
比如说奥运前三名，就是可以去转任教练嘛。金牌就直接由我们来安排他的整个就业。我这里看到的是哦，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补助措施里面哦，多半担任教练及体育老师，但是十五年来仅仅协助辅导了12个人担任教练。亚运听奥的4位夺牌选手就业，就是这样的数字而已啦。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提出的是，当选手一旦退役之后，我们政府有没有在提前能够帮他做好规划，然后未来做他的保障，以至于让大家愿意去当选手，让家长愿意让孩子走上这条路嘛？是。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谈奥运没有错，但因为是教育部也在，体育署也在，其实作为一个教文会的委员，我最想监督的还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体育政策到底有没有办法是从小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口，然后我们再来谈选手，然后是后面的保障。我想这是未来我就会持续关心的部分。那刚刚署长和次长这边也有说，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计划，是不是可以请会后一份是你们的统整报告好，到我们办公室。Okay， 谢谢署长跟次长。谢谢。好，谢谢苏委员。好，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质询。啊，谢谢主席，有请次长跟署长。好，请次长跟何署长。喂，好。次长、署长、所有列席的官员，大家辛苦了哈。那我今天的 title 就是 God Bless， 上帝保佑我们2016年的里约奥运。这个 logo， 这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也就是在这一次的里约奥运的所在地，这个非常知名的巴西的旧式基督的这个雕像。那刚刚苏小慧委员他针对长期的运动产业的发展，那运动项目或是人才的培育是比较长远的计划。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来讨论跟追踪。我们长期的运动资源，长期的政府挹注于我们体育的培育，其实患寡也患不均。我想两位都同意。署长，我们现在每年的预算多少？我们体育署的公务预算啊，大概75亿，75亿左右。基金预算大概22亿。基金就是运动彩券发行的这个基金，是占国家总体的0.4%，0.4%。你认为高或低？做相对性的比较了，我说拿这个对岸的中国，它是0.5756%，是那。日本和韩国都是超过1%，所以如果从这样的相对性比较，很显然我们是偏低的。偏低，所以整个资源挹注的偏低，我们就应该好好思考未来的定位该如何。甚至有很多人说，干脆以后在经济部下面设一个运动产业发展司好了，可能会更精确有效地来掌握整个运动产业的发展的趋势跟脉络。这个不在我今天讨论的范畴，但我要说的就是，每一次的奥运启动前，我想我过去在台北市议会也是，在世大运启动前，大家都开始关心我们今年得多少牌；奥运启动前，我们开始讨论台湾会有多少牌，这都已经是临时抱佛脚。我们要的是平时就要烧香，就要读经啊！来，我进入今天主题，来下一页。我们就以现在要临时抱佛脚，急起直追。您刚在报告有说，目标是3金2银1铜。我还是要问，有信心吗？刚刚是巧慧委员替你回答。从亚运我们的基本表现的话，我是认为应该是我们有希望达成目标。几成的希望？应该有60%。60%以上？那不然呢？没有，你嘛可能没在那里，叫起来打吧，没胡啊哈。我们60%以上，全力。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努力，在现在距离里约奥运只剩下107天、108天，努力的把你的60%几率，可不可以提升到80%、90%啊？甚至有更好的加绩，这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嘛？是。临时抱佛脚，
也要很努力的报嘛。其实我们是从上一次的这个伦敦奥运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了准备。我知道。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这毕竟是八月的得奖状况才知道。目前渴望参赛的状况，我们已经取得了10个项目29席，是，还有很多的资格赛都在进行。您在报告上说，目标是取得最大的参赛量资格，也就是更多的项目、更多的席次。那我要具体问，目标是多少的项目、多少的席次是你们规划有可能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16项，16项，50个参赛，50席，对，16项50席，是几成的把握？应该有90%以上。哦，这个有90%。那不错，所以16项这个时候，我们的资格赛应该最近都会完成嘛？哈，会一直到7月中。到7月，好吧，520之后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本来想说90%达不到吊起来打，就是全力以赴啦。好，我想续任者也要以这样的目标。好，来下一页，这台湾的代表队，中华代表队会不会是史上最困难的参赛团？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爆发过去参加奥运的选手挤在一起坐经济舱，是去考察的立委，拍谁立委，还好那时候我没当立委哈，坐商务舱，官员也坐商务舱，主角变配角了。我想请问今年的状况，我看到你们对外宣誓好像要礼遇选手了，今年的准备状况如何？是我们还是让选手巴西飞好远呢？跟委员报告，是基本上就是说委员说的飞巴西真的好远啊，超过25小时以上。对，那当然对我们，我认为对我们选手的战力会有所损伤，当然会有影响，还要调试嘛。所以，但是依我们过去的整个规定和规范，它就是我们的预算的编拟也都是属于经济舱，可是我们必须照顾选手，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过去的经费是这样编，你现在可以改变啊！你告诉我重点，公重点的呵。所以我们选手全身等商务舱，特别我算过了，大概多1000万嘛。企业募款，公务预算都没有办法，那你用预备金用什么？我想立法院都会支持啊。那你募款的怎么样？我先讲，如果你不启动公务预算，募款怎么样？大概我们估算。所有的这个都有这个商务舱的话是1500万，1500万。那你现在募款的怎么样？都有着落了，都有着落。所以你在这里承诺，选手不分大小喊，但是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是就是说因为有的选手，我要这样讲，对，这就是问题了。是他就我看到你们的资讯上，你们还是要把选手分大小喊。没有没有，有分级分等，有夺牌资格的可能让他优先坐商务舱。不是不是，我看到的新闻是这样。不是这样，好，让你澄清。应该是这样说了，有些选手是比较慢取得参赛资格，他比较慢取得参赛资格才能订机票，但是订机票他不一定能订到。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因为登机。这个订机票的时程比较晚，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因为订机票的时程比较晚，他还是要挤经济舱就对了。不是，我这可以及早来启动应应的、啊。商务舱，我们绝对是商务舱。我们是一个国家，你是一个教育部，你是一个体育署，这可以克服的。全面的选手只要去参赛，就是努力在经费上不要刁难，就是商务舱，而且选手应该不分大小喊，因为不管有没有夺牌机会，都应该同等待遇。我们的待遇绝对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就他那个是小机场，又同时那么多国家是要前往，那飞过去的飞机，非不可抗力因素，全部都坐商务舱。OK， 是对，不要再发生过去。官员雄多喊、这个、选手主角变配角，只要是我想这个很简单的问题，立马被公告归刷屏啊！是，所有的不可抗力因素，你们也要全力去帮忙，就是保护选手。选手雄多咖，雄多喊，是我们台湾派出去的了不起的台湾之光，全力努力。下一页，是器材。2015年7月，我们世界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台湾的金牌撑杆跳选手叶耀文去哥伦比亚比赛，结果没有杆子上场，被迫弃赛。情何以堪？这一届的里约奥运的资格赛，
台湾的帆船选手张浩在去年八月也去参加了资格赛，结果他的设备太老旧，不符合主办机关的规格。Holy God 仔，外国选手非常 friendly， 把器材捐给借给他，他才能够有器材用。这款的代志情何以堪？虽然很遗憾，张浩前阵子他确定资格赛已经没有机会，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选手在外自求多福，连基本的器材都没有符合大会规范，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这个笑掉人家大牙，保证绝对不会发生。就阿萨里，有的话再发生的话，真的是提头来见。是，下一页，训练场地我就问重点，射箭是我们的重点项目，你们去考察回来要做一个模拟的场地。因为今年的射箭场地在里约那边，它是在高台上设计。我调阅了资料，等了很久。你们预定三月底要完工的这个射箭，我们夺牌潜力项目的射箭的模拟场地，完成了。现在三月底要完工，对，对，完成了哈，已经在用了。什么时候完成？确定了吗？最近完成。四月十三号了，但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完成。已经在，你们到逼到最后一刻。告诉我，委员完成了四月十三号，好，我就相信你完成了。你也是延宕了十几天啊！我们现在每一天选手的培育都在跟时间赛跑。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训练场地还没有完成的？国训中心，我们的射箭场地当然很多，但是说要模拟那个奥运会的高台的部分。好，就是我们有没有其他项目的模拟场地要上路？还没有。像那个跆拳道，我们尽量都是和这个。规格的场地的配合，包括我看到羽球赛，你们去观摩团回来看到说，哇，它的那个天花比较低，是，所以各项的这个训练场地都到位了没？连射箭都延宕，前几天上礼拜才完成，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一直追踪才告诉我完成了。是，我们那个是，当然听我们同仁说是已经完，主要是验收比较慢。好，听你同仁说，安内报告招委，我们来去考察一下好了。可以，可以，欢迎。不要亏待我们的选手啊！是是，永远是急救章的在应付。我觉得没有给他们最好的人力物力，你怎么让他拿出好的表现？来下一页，我刚刚讲的都是台湾代表队我们自己要准备，我现在讲到是客观的，人家都在预测，国际媒体都在说史上最烂、最乱的奥运，状况最多、风险最高的就是这一届。政治的因素，我不再讲。他们谈不谈和怎么样，这也不是我们的可以去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外管挂跨部会，我们的中华奥委会都要协力来机动应应。下一页，疫情啊，史上最毒的奥运啊，这个兹卡病毒的防疫的状况，就巴西的在地的大会医疗执行长意思是说，各国处理自己因应，如果各国的选手被罹患了啊，你就是不幸感染了，你自己去准备，自己去因应。我们的防疫准备好了吗？我们随团才去两个医生，我们有五十几个选手，两个医生够吗？我应该这么说了，这一次当然我们有先去做考察，他们实际上的这个疑似病例是270几个，确认病例是7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他那个时间和正是他们的冬季。好，哇塞，大会也是这样讲，八月可能没有这个文字了，但是你们还是要应应，我们还是有，还是要应应。好，我很快的跳过去哦，主席，我20秒就要在下一页。疫情要防护，水质，巴西的水质最恐怖，国际知名的参赛选手都说没有看过这么恐怖的水质。我们的帆船、我们的轻艇都可能有人参赛，你们就应应好，是大会的防护的相关作为，确保选手的安全跟健康。来，最后下一页，下一页。恐攻吼，这维安是应该带起，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下一页，巴西的治安，太多人在那里，一生在那里的侨胞都说，最少被枪2次，被枪底的都有。确实那边的，我们选手的人身安全就是要应应，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就是要维护。下一页，所以总的来讲，我们除了在出国前给我们的选手最好的培育的资源之外，各项里约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治安、卫生。风土民情等等，你们都跨局处、跨部会的掌握，去做一些前线的
防范作为，包括安全、健康、治安的防护，好吗？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质询。主席有请署长。好，请何署长。委员好。署长，我要接续刚刚吴志扬委员问的问题啊。我想拿几金几银几铜啊，我们当然关心，但是我要要求啊，因为我现在做中华职棒的会长，我知道国家代表队一定要有他的尊严。是。我请问一下，像巴西这么飞那么久啊，恐怕要30个小时。这一般的运动员是没有，如果在经济舱里面，真的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是啊，有没有可我们会不会用包机？因为他比赛的时间都不同，都分散，而且有些项目的选手他是直接都在国外，由那个国家过去的。你主要的团队会不会是包机？那这样就避免你还要每一个人去帮他订经济舱啊，或者什么。我们的举重哈是比赛一开始就举办了，那跆拳道倒是一直到比赛的末期了，所以他出发的时间是都不一样的。那我本席在此要求啊，是还是跟刚刚吴委员讲的一样啊，我们俩名字也很像哈，上次叫做那个要让我们，因为这一趟不太一样，特别远。是、啊、这一趟飞大概地球的真的另外一段，所以我们才会先未雨绸缪，先去找企业募款。我们希望让每位选手，我们的华航跟长荣两家航空有没有飞里约？没有，都没有，没有，都没有。是、啊、那他们都有参加相关的航空联盟，对不对？有这个部分，应该请，我们也会去找华航和长荣，你应该请这两家公司来赞助，请交通部来协助，是好不好、啊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这里面最危险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卫生的问题。是，我不希望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队的选手在那边发生任何卫生的问题。是，在你们的报告里面，第13页讲到这个字卡病毒啊，加起来没有半页，我觉得你们好像太轻忽这个了吧？跟委员报告，我们有拟定，正在请那个我们的这个队医，我们那个。长庚的林医师，他正在拟一个计划，我们会针对这个计划会每个选手。署长，我第一个我觉得你第一段跟第二段写的就是一个矛盾啊。你第一段说，据圣保罗代表处人员是当地的人哦，他自己讲啊，初秋的气温仍高达30度以上。它是一个 range 啦，大概平均温，他们那边初秋确实还是蛮高的。我现在要问是我们比赛那个时候到底温度是几？8月算是他们的冬天，可是它的纬度，冬天恐怕也冷不到哪里去，对，就是对不对？所以还是蛮热的。对、基本上在过去他们国家自己的经验里头，就说在冬季是没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好，那我这边要跟。那个署长报告，因为字卡病毒是一个新发生的一种发现的东西，我们对它的状况并不是很了解。是，我在这边举，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一次里约奥运字卡病毒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警告，每周很有可能会有400万人接受感染。哦，那尤其他担心的是2016夏季奥运将在字卡。病毒最严重的巴西来举行，这个是 WHO 最权威的单位讲的啊。那英国，他认为兹卡病毒可能为奥运宣判死刑，就是说如果到时候疫情很高的话，这个根本办不下去了。俄罗斯跟澳洲都公开表示他担心他的选手的健康，所以他们会一直注意。一直注意这个病情的发展。如果奥运的期间或之前这个病毒有再起来的话，他认为奥运是没有办法躲过这一次的字卡病毒。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美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美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他宣布他已经成立了传染病的建议小组，他要协助奥会，协助他的这个队伍去注意到即将
发生的这些状况啊。那我请问一下署长，是你说我们的人、我们的对象、我们的这个筹委会到底有什么人可以帮我们注意这些事情？我们至少会有两个对一以上啊。另外就是说，我们针对于过去，就是说，比如说韩国的 MERS 啊，那我们自己之前国内啊也有曾经在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也发生这个有关肺方面的这个病毒的、這個。你是两个医生，谁对医生？是。你有没有请求我们卫生署疾管局的专家来帮忙？他都是会纳入我们的整个工作团、筹备团里头了。你的筹备会前面看起来没有哦？有，我们都会组成这个小组。好，我在这边跟您报告，你的小组14页讲，筹委会做万全准备，也会与当地公共卫生主管机关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啊来组成团队。但是你们是体育的人，是如果真正疾管的专家没有在这个队上，在那边临时发生状况，你们要判断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讯息都会直接的从这些我们的这个随队队医里头去取。没有，我认为随队队医不够啊。我们国家代表队像个样子出去，我们是一个先进的国家，我们的成绩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出去的配备要像个样子。是我们在组团会慎重考虑，要跟 WHO 的人协调好，或者我们原来疾管局，因为我们有很多防疫的这种联系，他们才熟嘛，是他们才熟悉嘛，他们才懂这些语言嘛。所以在上次韩国我们那个仁川亚运、就是针对这个部分，还有四大运，我们针对 MERS 的部分就是有这个传染病专家随行。我要求这一次一定要有疾管局的专家同行啊，不是随队医生，不是随队医生。我在跟署长讲，随队医生是照顾本来就该有的。我们这个这一次因应斯卡病毒要有这样的人啊。是。第二个，刚刚讲的治安啊，我也从我们的侨胞那边得到讯息，是很多的比赛场地周边就是治安最差的地方。是。啊，对。那他们都建议，没有必要不要外出，在外面、对，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管理的部分会和选手教练特别的沟通，你要有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是、我的了解，像澳洲的代表队是、澳洲你看刚刚卫生也很重视，是治安也很重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奥运比赛期间，他禁止选手参观贫民窟或者是被其他专家指认为不安全的地区禁止参加，还有女性队员绝对不能单独离开选手村，是，甚至身上携带任何贵重的物品。对，他还有一个建议，他们做到这么细，他说建议口袋里面要放一张10块钱的美元，是，以应付抢劫的时候，是，给他。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侨领也都有跟我们提醒。好，所以你这个guideline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运。那我请问你，这一次团队里面有没有人负责 security 安全的？其实我们没有说特别一个专人，但是我们会有像刚刚委员所提的，我们会有一个注意事项，对，针对于整个组长，我建议一下好不好？生活安全。这一次去的地方真的很特别，卫生也差，治安也差。是不是跟警政署协调一下，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也跟着这个队伍去，好不好？让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奥运代表队稍微完备一点。我们的职员的那个人数是受限于我们参赛选手，所以他还是有职员数的限制。那我想委员所提醒的这些事项，我们一定会注意。我现在拜托市长，你也许市长，也许你的位阶比较高，我希望不要客气，你向其他政府、其他单位寻求协助帮忙啊。是。也许算在你们的名额里面塞不下了，是不是政府其他的单位啊？比如说有负责治安的，负责卫生的，他们也派员用另外的方法去协助你们，好不好？好，我们会要提出来，不要不好意思讲，是，不要让我们的队伍太阳春，好不好？好，谢谢你。
第二个，我还要请问何署长，上次我们讲到，如果这个大巨蛋盖不下去了，十年内你说不会有新的蛋，不容易了，不容易。是，我想问你啊，现在这个蛋到底要怎么办？你到底看到现在结果，你是赞成拆蛋，还是要帮柯P拆蛋？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选择了。你这个态度，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呢、啊，我是希望还是要尽快有蛋。怎么希望呢？啊，就是希望用祈祷就会有蛋吗？不会吧？这里我看过去的左边的这个拆蛋，不是这个拆蛋，你要帮他拆蛋，蛋的蛋。我提醒你哦，如果最后变成把蛋给拆掉了哈，这是有一个问题哦。是啊，因为这个蛋当初他用的地，是因为是要盖巨蛋球场，是，所以还跟中央换地的。这个地本来是中央的，因为台北市要盖这个蛋，所以换给台北市，然后把这个世贸三馆的地给中央，是这样换的。所以，当你如果把这个蛋给拆掉，或者是这个蛋留在那边，结果搞半天不用在体育的话，跟原来换地的意义就不符了，很可能又要有后续的一些争议，牵扯得到的还是我们全国人民的纳税钱，所以这件事情拜托署长不要再认为是台北市政府的事，不要在旁边看好戏。我们会执棒二年。执棒二年，大家就吵着郝院长说：“拜托，我们要一颗蛋。”现在今年执棒二十七年，付了25年，好不容易快出来，现在陷入僵局的时候，体育署中央主管体育主管机关要出来协助，要出来帮忙，好不好？是，我们会建议台北市政府。你要怎么建议？终止、解约、换人还是怎么样？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有看到这个蛋早日完成。好，我们换下一页，最后的一个，给大家看。现在有说要减量，原来是4万，我可以跟各位报告，西武的巨蛋是35,800人，现在跟我们真的最厉害的韩国的新的蛋，就是要办这个 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多少人？22,258。如果要顺着柯P的逻辑下去，要有人接，他一样也要符合安全嘛，对不对？那安全如果要减量的话，我个人觉得，以民众的期待，跟你讲十年以内不会有蛋的话，我是勉强可以接受4万席，不必要那么多，你稍微减一点。但是也不要输于这个水准，是我们3万、3万5都可以接受。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真要减量，是也是可行啦。就安全問題，你要给他建议嘛？是，你现在中央你要给他建议嘛？是，你体育主管机关要给他建议，绝对不能接受只减蛋体，不减商业大楼，那不是更图利厂商了吗？而且跟当初这块。用地的意义完全相反啊，所以拜托不要再在旁边看啊，出手来帮助，出手来介入啊。好，谢谢吴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们先让署长休息一下。我们是不是请青方署的副署长？好，谢谢，是副署长。委员好，是副署长好。有关于那个体育署，我等一下再来就教于他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因为目前来说，大概全世界每一个人对于青年的就业问题啊，其实都是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青年变成失落了一代。我先想首先请问一下青年署，我们来看看你们的这个网页上面的一些的目标上面啊，其实写得非常好，有很多是有关于青年的创业哦，青年的一些国际的竞争力。那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副署长，你认为你们这个青年发展署跟年轻人对他的了解度多少？年轻人对你们这个署的了解度，因为你们都跟青年人站在一起嘛。是，你觉得？那
来参加青年署的活动，我们基本上都会了解他的需求。没有，我说青年人对你们这个署有没有够了解？大专学生应该会了解，会了解。好，来，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好不好？我们这是很随意，在三个校园里面随便问一个抽样。虽然我知道他不符合这个媒体的抽样，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来，署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知道。没有听过，好，有哦，你知不知道他隶属哪一个部门？不知道，不知道，好，有听过，有听过，你知道他隶属哪个部门吗？内政部，内政部，知道。请问这位同学，你知道青年发展署吗？青年发展署，我在猜应该是青辅会，就是以前的青辅会。哦，那你知道他是属于什么部门吗？不太清楚。那你想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他做什么吗？我之前应该是有参加过青年发展署的政策论坛部分。哦，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他是会办了一些跟青年有相关性的活动。嗯嗯，对，好，谢谢你。好，副署长，这次只是随机啦，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只是说。五个人里面其实大概有一个还不错，不过他认为是青辅会，一个认为是内政部，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他是教育部，没有人知道他是属于教育部了。所以显然就是说你们所提到说跟青年人站在一起，其实基本上还是有一大段很大的一个落差的一个距离啊。那我看你们所举出的非常多的一个活动哦，我还是要特别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这是随便举出几个，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当学务长将近7年的时间啊，所以那个青发署的公文第一个就到我手上来，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部分，其实我可以列举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公约数，那个公约数会是什么？随便看一个，就是，你们可以到这个青年署的平台来填写问卷，或者是任何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回复，然后有问题的话，你看我们的附件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副署长，你觉得基本上面对我个人的感觉是，空有一个好的一个目标。可是呢，在我们手上里面来里面，永远要我们做非常多填表，或是请学生来提案，然后呢，提案差不多可以，你们才给我们经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学校会认为你们这样的一个公文，你觉得学校会努力配合吗？多数学校会配合。哦，真的吗？多数学校，基本上面就用一个比例来去看的话，他们基本上很多的学校，大部分除了科技大学，因为他们需要经费以外，一般综合大学做了这件事情，都把它转发给课外活动组，然后转发完之后看有没有人提案，没有人提案，大概也就结束了。是。所以给我的感觉，我们看下面一张，所以给我感觉里面，它真的就是像一个发包的单位，然后呢，你们就一个好像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我不晓得有没有大专院校跟你们做这样的反应过。因为我们的业务会透过大专校院去做跟学生做宣传哦，所以，但因为我们的一年的接触青年署的活动大概是80几万人次了，所以大概刚刚讲的大概是10%到20%之间实际有接触青年署的业务。哦，我这边能量是需要再增加的。对，副署长，我这边还是要特别提到哦，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做了非常多的公文往来当中，对我们这些身为在大学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你们的执行度程度上，还有整个的作业模式上，实际上就有很大的改善的一个空间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你们的职涯发展的辅导的一个计划，有分为活动组跟课程嘛？对。对，但是你在课程的时候呢，基本上面你们通常来的时候，通常只给我们1-2个月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大学里面排课都是一整年的计划，可是呢你们一来了之后的都在学习中，所以你我们要即使要用到你们课程的这个部分里面其实都很困难，然后你们的活动的部分呢又要跨单位的这样做一个这样一个协调，这对所有的大学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必须要特别提到这些计划的一个执行其实呢是有很极大的一个落差的，然后呢你们就在那边打电话发公文，然后请大家回送资料，然后呢有经费就给，没有经费其实也 OK， 所以你的全面性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就真的是在问一下副署长，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有发这个公文就好，有没有执行绩效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时程会去做，尽量配要去配合学校的时程，这已经交代我们的业务单位必须去配合学校的。哦，我觉得这个执行度上，你如果要真正发挥青发署的这个功能，虽然只有4亿的一个经费哦，但是它还是可以好好去做的话，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来去做一个处理的。然后接下来我要问，因为过去的青年发展署过去就是我们青辅会嘛，你觉得这两个单位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的业务有什么不一样？有后来在主改的时候有一处去业务就是创业的，对，你们最重要那个青创部分拿到经济部去了，然后青年就会拿到劳动发展署了，那剩下什么？
这是你们两个过去青辅会最重要的一个业务。那剩下的这个部分，还有三个处啊，原来四个处，现在还有三个处留下来，就三个组啊。是，那三个组里面，就我来说的话，这个处境是有点，我们觉得有点叠床架屋的感觉，因为你们因为那时候感受不到青辅会的一个功效，所以就把很多部分业务分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大家在检讨青发署的一个功能跟作用的时候呢，你如果拿不出一些绩效来部分的话，其实未来我们在审核预算的时候呢，就会严格的去做一个把关。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以前有人说是换汤不换药，可现在感觉起的好像连汤都没有换掉。因为我们预算四亿，扣掉人事费，它只有3亿可以做业务了。对，但是你的业务的做法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举个非常简单，我非常肯定你们要帮这个大学生，特别是对弱势学生做一些媒合。那你觉得那个媒合，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些可评估的一个绩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虽然对公部门做出很多的媒合，但是呢，104跟1111也可以在他的网络上找到跟公部门的媒合。那你们的绩效有没有办法赢过他们？公部门没有，只有政府才能做得到，因为我们是透过中央部会的协调去争取公进取机会的。不好意思，台北市教育局很多教育局都有办法透过111的网站可以去招募到这个部分。副署长，你可以请同仁回去看一下，我们都可以找到，只是来不及弄得到。地方政府也会透过我们的平台来做。是，我现在只是非常的要强烈的告诉这个青发署，如果说你真的要赢得更多青年的声音，包括我们学校第一线的单位，你在很多的执行的程序这部分里面，一定要去做到非常务实的一个部分，否则的话，你还是跟年轻人声音太遥远，这是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好不好？谢谢。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我们的署长，因为时间实在太赶了。署长，我这边要特别提到啊，刚刚你听到321嘛，对不对？那你刚刚也打包票嘛，六成嘛。那我们刚刚有很多的委员就针对这个部分已经提出就教于你，我讲个比较更具体的，三金化你认为是哪三金？哪三个项目？举重啊是这个。举重目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查到有禁药了、哦、如果再有一个禁药的话，我们就要被踢出去了。这个部分你们怎么保证？对，那。基本上那个部分已经不会有，我们不会再被、这个我们署长已经保证了。那另外还有两金可能在哪里？对，举重我们认为可能有可能，跆拳是不是？跆拳会不会是可能？跆拳对有希望了。跆拳都是我们金牌女子射箭，好好，我们现在正在我们讲比较具体一点，因为比较大方向里面其他几个委员都讲过，我们讲比较具体的，我们以跆拳来说好了，跆拳几乎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奖牌的这个收纳所，对不对？是。然后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位取得奥运第二量级资格赛的是黄韵文嘛，对不对？是。可是呢，他刚刚发出一个震撼弹，他要退选，他要退出来这个部分。那他要给这个所谓的黄怀轩来当做这个地补，可是黄怀轩一点都没有觉得他很踏实的感觉。黄怀轩是他是取得这一次的，是，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黄韵文为什么要退选？这是我们很有机会的一个。他是因为受伤，这次去韩国集训的时候、是受伤，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是黄韵文过去是参加57级的嘛，57公斤级的嘛。可是呢，我们台湾基本上以轻量级来说是最有机会夺牌的嘛。是像我们的朱慕言、我们的陈诗欣都是属于轻量级，就是49公斤级的，对不对？可是呢，黄韵文他从57公斤的这个级数第二级，我们打算，因为49比较容易嘛，就希望能够参加第一级的部分。是一个57公斤的人。把体重降到40几公斤，这中间不断的操练，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样导致他受伤？应该这么说了，就说他原来本身的级数是53公斤级啊、哦。那当然，这个实际上奥运它是分58下。我了解了解，我就了解。我现在只请问他的受伤，我比较关切是黄韵文他会退出的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他改变的级数，然后因为不断的操练，很多时候是因为来自受伤。我比较关切是我们国家如何来照顾这些选手，因为我们常常发生过很多疲劳性的骨折。组长，你知道这个名词吧？对，对，我们在就说任何的这个请选手做一个量级的改变。哦、其实第一个我们会征得他的同意，第二个我们有专属的医生。但是署长，就我的资料显示里面，我们在有关于运动科学的这介入部分，这个地方还是不太落实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的选手往往都会因为这个部分而来做很，就会因为产生很多致命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我们国家过去在培养我们体育选手的时候，这一块是非常不重视的。即使你提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落实度很差。就像你现在所提到的，随队医生，你们有特别提到有关运动科学类似方面的，包括营养师、其他的这个不同的专家来介入吗？都有。
我们这个针对某些项目，它是有专属的医疗团。我没有在你的报告上看到，所以那个署长，麻烦你一个月之内把你这个所谓对我们运动员安全人身保护上的这个部分送一份报告到我们办公室过来。还有我们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在照顾的这个部分里面，像你刚刚所提到，射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不对？然后这次要选出三男一女来做初赛，那过去呢，我们通常都是有三男三女，那这一次基本上选出来的未满额的状况。署长，因为六月份现在就是女生只有取得一席了，是，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女生表现是比在过去到现在，过去都是三男三女，现在目前是三男一女。我想只说，那这样还是我们六月份会有一个资格赛，是，他应该我们是确定会取得。所以嘛，我就要再帮你算嘛，因为我们讲非常具体的嘛，你说三金里面我算出来可能就是跆拳嘛，跆拳已经一个最有机会的，就是因为这个运动的伤害目前为止都还在观望当中嘛。那我们的举重嘛，现在已经两个得禁药了嘛，有一个你要特别小心嘛。像射箭呢，其实目前的额数也不够满嘛，所以你那个三金我现在是抱着非常高度的问号的。我们用很具体的来说，所以署长讲到现在这个目前为止，你认为还有六成吗？我们战战兢兢，一定往这个方向冲。有啦，你是大家所有教练选手的目标都是这样。是，所以署长，我真的还是要再说，以我们目前的这个人数来看哈，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的这个部分来说，我们的这个不应该每一次参加这个东西都是志在参加，我们不想再听到志在参加这四个字了啦。是，所以志在夺牌很重要。这个目标。有这个目标，大家才会往这个目标去冲。是我们很期望，这个也是很大胆的啦，很大胆。我们过去从来不敢定出这个目标的。对，但是我刚刚提出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的问题的，请你针对我们刚刚说这个选手的安全、选手的卫、选手的保护，还有最重要的是，不是只有参加这次奥运，最重要的是选手他未来后半辈子他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国家的责任，不是只用完他们之后就没有这种事了。这是我们不断在此呼吁的，好不好？那不要忘记的，我们的专业团队，特别是运动科学的专业团队的成员，请务必送到我办公室来。是，谢谢。好，谢谢柯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徐用明委员。徐用明委员不在。好，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质询。好，主席 好，请市长跟体育署何署长。好，陈市长跟何署长。市长好，署长好。我想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心了，离这个里约的奥运还剩下倒数107天，那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心，非常关心。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质询里面也听到，那非常多的委员也很关心，我们要飞了25小时，不包括转机跑到这个里约去。那他现在里约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啊，其实不是只有那个病毒而已啊。上个月我记得三月中旬啊，这个里约啊就发生了上百万的这个人民上来抗议那个总统啊，说他贪污啊，涉贪，结果呢要赶他下台啊。那果然在两三天前啊，他们通过了这个投票啊，这个众院啊超过2/3要求那个总统下台啊。那参院也在下个月的10号准备要投票。所以我想整个里约的状况，如果从刚才我们那么多的委员提供的资讯来看，我想你们也去考察过了，但你们考察回来的大概只针对支卡病毒有提了一些预防，但我想大家都非常乐观。美国奥会在今年的2月就曾经讲，如果支卡病毒造成重大的流行，不排除美国奥运代表队不去。是，你们有做这种准备吗？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危机处理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专案小组针对这个重大的国际赛会，好，它必须要怎么因应，我们都会有一个因应。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看了，是，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它的大概面临到的是整个政治危机，就是整个巴西，我想他们这几十年来开始这个选举以来大概是最大的政治风暴。是，而且过去的奥运的主办国几乎都是总统啦、国王啦、什么天皇在宣布啊、开幕啊。那如果按照这个进度啊，5月10号如果
这个巴西的参院通过这个弹劾案，众院的这个案子超过半数就好了，他要停止半年，停止半年刚好里约奥运那个主办国的总统啊是被停职中，是副总统代理，哦，来罗塞夫就被停职了嘛，哈，那是由副总统代理来宣布了。我想这个会发生的状况相当多了哈。我想今天大概在政治上的这个评估，我看你们也没有提出来，好，也没有谈，就是说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好，那不会影响没关系，我们再来看大家最重视的就是说，哎，奥运到了，我想本席非常关心运动，包括运动产业。那我们刚才都提了，我们今年的奥运啊，要三金二银一铜，啊，那个署长，我想你长期在体育界哈，我们的三金二银一铜，你刚才讲一大堆了哈。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历届参加奥运最好表现最好是哪一届？那个希腊的雅典奥运，雅典奥运二金二银一铜，所以二金二银一铜，是，所以我们这次三金二银一铜，就是要超越奥运，雅典奥运是要争取历届参赛的最佳成绩，是，哇，非常有气魄，努力啊，努力哈，是，我想哈，我不会像那个以前的戴主委哈讲的这样子，我想成绩比赛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也不必要啊，这个。啊，以这种上台下台，或者说去点名谁做的，人家没比赛不如预期，就说谁表现最不好，我觉得这个都不好了，哦，这不好，哦，但是我觉得你们说有信心嘛，对不对？我们也要给选手信心，我们自己当然要有信心。好，为了有信心，你们在去年的9月14日修改了国光奖章，对不对？对，是不是把这个选手的奖金？奥运金牌从1200万提升到2000万，是。如果要领终身月领，可以从7.5万每个月到12.5万，哇，这个真是好消息。是。可是很奇怪，去年我记得四大运，光州四大运，去年在韩国比赛，我们那一年去年的选手表现好不好？光州四大运，我们的成绩还。差强人意，还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达到设定的目标是差一个金呐，啊，是吗？是差一个金。好，我们花了多少奖金？其实国光奖金的部分，它还包含非亚奥运的其他项目，一年大概1亿多，1亿多是。那，啊，你们编多少预算？3700万左右。你们编3700万是，结果人家每年去年就拿了1亿多，是，结果动用第二预备金，基本上我们因为就是说。在好，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是那个署长，今年是奥运年哎，你们编多少预算？一样是3000多万。3000多万，你编3000多万要奖励选手，公务预算，然后你说我们对321对三金二银一铜有信心，我怎么从公务预算看不出来？因为过去我们也是这样编啊，如果从这里编的话，我们会排挤其他的预算。我想你们去年，我们去年选手拿到奖金，你们去年光动用第二预备金动用1亿8000万，是财委会已经跟你们讲说要在公预算编列，也第一个这样也表示说我们对这个政府真的要来鼓励选手有信心啊。你编这个，然后到时候不够要动用第二预备金，我觉得啊，我们的体育哈，如果是这样鼓励啊，永远就是。嘴巴讲有信心，那实际上行为就是没有信心，啊。我们希望这个中央行政院主计单位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你们这次你们自己要不要编嘛？不，就会排挤我们的预算了。就排挤预算，我们如果编了，可能也不太容易通过。有奥运的选举年，多编一点预算会排挤预算，你这些心态我就不了解啊。啊，我们讲鼓励选手，鼓励的这样子。刚才那么多委员，我都很赞成我们的选手代表国家队。要远飞到南半球的里约去参加奥运，如果又塞经济舱，然后呢，我还好了，我们今年立委组团如果再去看，我们做他们如果做经济舱，我们就做经济舱了，我们大概不会去做商务舱，应该是这样对待选手的啊，哦。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是嘴巴讲讲要善待选手，可是从公务预算每年如理行仪，还是编个3000多万不够的时候再来编。这个追加预算第二预备动用第二预备金，你看去年光州市大运是7月举行的，啊，你们什么时候颁奖？到年底 啊，年底嘛，12月哈，而且是11月动用第二预备金才足够钱颁嘛。是，所以我觉得其实
当然钱还是会给啦，只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编列预算哦，我觉得本席非常的质疑啦。哦，你有信心，我倒觉得好像从预算里面看不出来啊。再过来，我想我们要谈的是，我们今年你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有10项29人的选手已经达标可以参加奥运了，我们的目标是16项50超过50人。未来的两个月有很多的选拔比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我不晓得，署长你应该知道，以前王建民在2006-07年那时候，在美国2005-07那杰出表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他那一天早上如果胜投，那天股票就涨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为什么？巧妙的心理。我想运动激励人心，激励士气。所以我刚才本席提的是说，我们奥运，我们这个比赛，刚才苏小慧委员问了，我们到底台湾是体育的强国还是弱国？我们的排名怎么样？你刚才也回答了，其实我们奥运排名排第几，你知道吗？从历届这样子，我们拿到了多少奖牌？总共二十一吧，二十一。我们奥运的唯二金牌是谁？你知道吗？陈思欣和那个朱慕言。然后有7面银牌，是12面铜牌，一共21面，世界排名第几？你知道吗？75吧。第70啦，危机就有了啊，70啊。所以我们其实最好的是世界运动会啦，它含了很多非奥运的项目哈。我们的世界运动会排名是比较前面，我们最好亚洲第4，那世界排名也达到十几啊，14、19。所以我想我们在鼓励运动选手，除了我们不能临时抱佛脚，刚才吴思耀委员也提过，我们很多强项，像你定的10项跟16项里面，它的所有的训练场馆，它所有的这个设备，都不能是因为要总集训了才去做了。我想有关运动的这种发展鼓励，像今年在奥运，今年的奥运的表现，我觉得我为什么提那个，如果有人真的突破3金了，我想那几天股票大概会大涨了，这就是人的心理很巧妙，没有什么原因，非理性，这种情感，运动超越国界，超越蓝绿啦，这鼓舞士气我想是非常的显著的，所以我在这里跟署长讲，今年底的审预算，我不知道明年有什么样比赛，明年四大运在台北，如果你预算再编个3000多万，没有任何宣示性的作用，还是说？都循环利会排挤其他预算，怕影响其他预算，所以我们运动奖金就变少一点，然后再来动用预备金，这样的思维逻辑啊，本席不会让它过了。我们积极争取啊，积极争取是，积极争取，你要不要承诺？你这根本没有信心啊！我觉得你没有信心啊。那个市长，你比较大，你来讲。跟委员报告，部长没来，部长就毕业旅行了。跟委员报告，因为体育署的预算里面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教育预算，好了，学校体育是属于教育预算。如果在教育预算这块，我们绝对会支持这种鼓励选手的奖金，是你们有信心的编列，还是每年都要大量超支之后才动用第二预备金？我想这个现象不可取。好，我在问了部长没有来，他其他来也没用了，反正520之后就不是他。我比较奇怪的是，来，你请坐。那青年发展署那个署长为什么没有来？那个副署长本来想问了，后来想没来就不问了。听说他去参加，去出国去了。是，因公出国。因公，因什么公？就是部长指派他率领士多奖的得主。部长自己毕业旅行，连文官也指定去毕业旅行吗？有两个行程是跟青年署有关，因为我们年底有个研讨会。他是率领士多团的。对，但是另外两个行程是跟青年署业务有关，是年底要办一个研讨会去。是因为他个人要参加才去编列了两个吗？不是，青年拜访着美国青年发展协会。对，去邀请他来参加年底的研讨会来做主讲者。那我问副署长，是那个团是什么团？是不是奖励士多奖的老师72位，孔子72个门生嘛，分三团。对，但是那个行程里面有含一些青年的组织，有大专校院，是就是师铎奖，就是老师嘛，奖励老师嘛。是啊，但是有些参观大专校院的一些了解青年，就是为了他带队让他符合，然后才编了一个理由去拜访青年署嘛。问你师铎奖的老师去拜访，得奖的老师去拜访人家的青年发展协会，这是什么行程？我想部长自己去毕业旅行就算了，连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上梁如果说认为说啊，我现在反正剩一个月无所谓，我去了，底下就跟着，也不是这个考察的目的，跟青年的关系，然后就去了，还甚至为了这样变更两个行程，不是变更，四月二十二、二十三号变更行程去啊，我想哦，那个不要这样子的，现在是我们是新的新科的委员，我们对很多的政策委员青年都很关心，他不来我们就不问了嘛。我们就预算再来讨论嘛，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张廖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咨询。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各位与会出席的机关首长，大家早安。那么有请我们陈次长。次长好，委员好，请问次长知道目前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吗？全世界来直接说了，目前有195个有 UN 有联合国编号的，那么政治实体的话加上去有249个。那你知道目前台湾的足球世界排名如何吗？要不要直接请何署长帮您讲？何署长，我们台湾的世界足球排名多少？180啊，180。180嘛，我有查了一下了，目前我们世界排名在195个国家当中排181啦。次长，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学校有200个学生啊，我考180名，你觉得我成绩好不好？不好，但不理想了，我觉得不理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学习表现测量不理想就放弃这个学生，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在200个学生考180名，你还要继续鼓励我吗？继续给我加油嘛，帮助我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好，那我请教一下那个署长了，你认为足球运动在台湾普不普及啊？现在在慢慢普及了，在慢慢普及嘛。102年的预算是原来是只有差不多6000万，我们一直到现在这几年，我逐年在增加，达到1亿2000万。那你想我问足球，你想我一定重视足球嘛？是，其实不然，我是想说运动项目那么多，那我们体育署在发展特定运动有哪些考量？是看世界排名呢，还是看运动人口呢，还是看说这个运动项目在我们国家在整个教育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位置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选择运动项目重点发展的时候，你的考量是什么？竞技运动的部分，对，基本上是我们希望要行销台湾，对，让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展现我们的竞争力，所以我们会选取我们在国际竞争上比较这个强项的竞技运动项目。那你觉得足球是吗？足球不是，不是，哎，不是，你还刚刚说要是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说它在整个国际世界的那种风行度是这个曝光度和影响度，我们觉得足球是不可忽视的。对，所以在足球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是世界性的足球人口很多，它有206个。虽然目前台湾的足球运动不是那么的盛行，是我们在表现成绩上也不是世界的前面，但是我们希望呢，国家希望带动这个项目，是让未来我们的足球的团队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这是您的目的嘛？对，我看次长一直点头嘛，哈，所以你会继续鼓励嘛？对，好，很好。那请问一下，目前台湾的足球运动以区域来讲，哪些区域北中南城或乡？你觉得哪些地方的运动人口比较符合你刚刚说的可以去推动城乡分布或者是区域分布？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统计，对不对？是。好，没有这样，我告诉你，来，你们自己有定一个办法，来，我们看一下哈。这是呢我们国家足球发展计划在103年体育署定的哈，其中2014、2015、2016，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们设定的各级学校足球队要从500个变成510、520，社团要650、660、670，其实你们还算相当的保守跟谨慎了哈，一年只多10个队伍跟10个社团，但是你说你在全民目标要从4个县市、6个县市到9个县市，到今年要能够有9个县市执行足球的社区联谊赛、运动嘉年华，这些都是体验营，这都还算是打基础的嘛，对不对？是。但是你说哦，我们今年2016里约奥运，我们要取得女子足球的参赛资格，哎，署长啊。你这样的标准，前面打底那么保守，后面这个达标定的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啊？基本上男子和女子是有差距的，你说女子嘛，女子也不可能的。
不可能，你那个在教育上，我们定一个不可能目标是老师希望学生怎么样，增加他的挫折感吗？那市长，你会觉得如果定这个目标，如果是你是学生，会不会有挫折感？我们2013年定的。哦，2013年定的，那时候觉得会不错。我们希望了，希望了哈。为什么现在造成你的评估标准期望值拉低？因为投资不够，是不是？一方面投资是不够的。那一方面，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在实况上也没有很好嘛。是实况上，但是你这里写哈，为了2017就是明年啊，台北的四大运要在北部6县市办理足球场地的新建呢。你那时候就写了啊，那为什么在北部9县市呢？是 OK， 因为它是配合四大运哦，因为四大运在台北举行，是，所以你在北部的9县市要新建这个运动设施，你打算符合飞鼠的这个，我了解，你打算投资多少金额？才能达到这个标准。目前我们足球的部分是16亿，十六亿，所以这个球场要花16亿就对了。总共了哈。好，我整理一下刚刚到现在的，全台湾、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台湾的足球运动的水平大概排在后面，大概180几名。那么我们苏长你也同意呢？2016要达到这个标准，要选拔一个女子足球队达到奥运参赛标准，不太容易。那你也承认过去这几年来推展的现况每年只增加10个也不太好，可是呢你觉得打算投资16亿在北部的9县市，目的不是因为北部9县市的运动人口多，也不是北部9县市的这个足球选手优秀，只是因为台北四大运在台北举行，所以国家投资16亿盖一个国际标准的球场，让世界各国排名在180名之前的各国好手来我们这边竞技，而我们的国家的选手跟孩子正在那边看电视，你是不是这样的觉得？其实我们搭配这个球场的新建，也正在修正我们的足球发展的计划。好，那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去做？我没有反对，我没有反对，因为呢，提供一个像职业运动也好，发光发热的舞台，都会吸引更多人从坐而言，进而起而行了哈。那我们看看接下来，来，我来告诉你，台北的唯一座中山足球场已经不见了嘛。刚刚就是为了16亿，是为了这个嘛，对不对？原来的足球场不适合办国际比赛，因为有航道之下没办法听到比赛的噪音，所以改掉了，现在变成花博的场地。那我要跟着你来，我们刚屏东哈，我来自于屏东，我们来看。我要告诉你的是说，真正在目前发展学校的足球运动的，其实很多原乡。是。我们在很多国际的青少年的比赛当中，看到原乡的学童发光发热。他们那边有很好的足球场是吗？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天赋的本能，我们都知道原住民的孩童，他们在他们成长的环境当中有较多的机会进行手足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他们的协调性很好，所以呢，在学校只要稍微经过训练，马上成绩就不错。但是要达到世界级，达到成人运动的那个标准，还有点距离。差的是什么？差的是除了教练之外，差的是就要有一个适合的训练基地。如果有训练基地，那么这些孩子到了国中、高中阶段，能够延续的去训练，未来不要说女子选手，我们的男子选手搞不好也有机会在国家打造的16亿的足球场、国际规格的足球场去参与比赛、参与国际比赛，你同不同意？同意。很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投资。来，请看，这是目前我们的场地现况，这些场地要整理啊，不需要16亿，5000万都有招啊啦，你要不要投资？可以吗？我想这个会，我们会评估了。评估啊，16亿你都不眨眼，你还把标准拉低，今年达不到奥运参赛标准，你都还是要盖。我都告诉你说，目前足球运动很盛行的，在我们屏东，在我们原乡，在我们平地乡，有那么多的选手，国小的选手，国中的选手，他们缺乏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好一个标准的训练中心。那你要不要投资嘛？对。会吗？相关的县市我们会也会做这个。对，其他的县市也会。我没有说其他县市不可以啦。16亿哈，你可以投资80个县市啦，要不要？没有啦，32个县市啦，16亿除以2嘛，哦，5000万一座嘛，你可以投资32个县市。屏东县要求一座不为过吧？因为屏东大学哈，他这一次是我们大不，我要跟你讲冠军啦，哎，是。所以其实屏东在这个发展足球。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有潜力嘛，哈。好，那就这句话。好，那在另外一个呢，相较于足球啦，有另外一个运动呢，是我们台湾国人非常支持的，叫做什么？野球啦，哈，
野球啦，从日治时代开始棒球，棒球我们屏东中学我的母校啊，去年前年得到全国的第二名啦，啊，那你知道屏东目前有没有棒球场？有。那我们国家有职业运动嘛？是。你知不知道目前职棒在屏东有没有比赛？现在没有。没有，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好的职棒球场。对，那您蛮上道的哈，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屏东的球场哈。当年哦，职棒在光辉的历史长廊里面，1993年啊，那时候呢，正是我们署长呢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哈。假设了哈，那个职棒首战在屏东开打了。现在去年开始哈，职棒已经没有在屏东打了。为什么原因？你看一下，我们的职棒的现在的设施啊，你再看一下下一个，这是我们职棒的球员，他在哪里？他在我们的大厅热身呢，不是牛棚哦。我们现在职棒说的牛棚不是真的牛棚，职棒的牛棚还是很高级的场地，对不对？那天在一个新闻啊，王建民练头差点有人砸到他。我们的球员是在大厅热身。如果说屏东有不错的棒球基础，我们有美和，对不对？过去职棒也曾经辉煌过，现在职棒仍然是国人非常向往的一个运动。那屏东的棒球场这些基本支持，让选手有一个好的比赛场地，让球迷有一个好的观赛场地，您觉得要不要投资？是，我们也目前在委托台体大做全国的场馆的个棒球场馆的总体检。总体检我知道了哈，总体检要全部总体检嘛。根据整个总体检和整个未来我们棒球的发展，会针对于他未来适合于打职棒或者打这个相关的国际棒球赛的这个场馆，会做一个整体性的整建。那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评估会出来？应该是年底吧。年底哈，是。我告诉你，不用等到年底，明天，明天我带我们贵属的同仁来看一下，会看，好不好？是。这样的一个球场是不是值得我们在整体评估之外，我们特别的就很短期的来思考，以一个职业运动棒球，包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包括曾经在我们南部各县市，在我们屏东各级学校盛行的情况。屏东的球迷他们没有一个球场可以去看职业棒球比赛，职业棒球的运动没有办法在屏东这个舞台上表达，而且我们屏东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职棒选手，希望我们体育署能够在这部分加强，好不好？好，那最后留20秒，您有没有什么表现？那个次长，次长，那我刚刚问了足球跟棒球，说个良心话，如果是你，你会想要比较把重点放在哪里？当然，以目前国内的运动人口是以棒球占的比重是比较多了。是。不过，当然足球本身它也有发展的潜力了。但以目前我们投入的资源还是棒球占的资源比较多。所以两个你都要加强嘛。那就拜托你了，谢谢。好，谢谢钟嘉宾委员。我们下一位请黄国书黄委员。好，谢谢主席。先请何署长。好，署长请。委员好。好，何署长好啊。我们的目标三金一银一铜。二银一铜。三金二银一铜哦，很好，很棒啊，努力达成目标。那比赛的结果哈，是不是可以如愿？未定之天呢、啊？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为我们这一些为国家卖力的国手争取最佳的条件，是这个大概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的吧。是，好，我们来努力的目标还很多了。我想问一下，那这一次国手参加里约奥运，机票钱谁出？我们原来编的预算，过去到现在都是编列这个经济舱的经费。好，标准。我们只有编经济舱的标准，是好，所以目前没有商务舱的规划。我们有募款了，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为每一个选手好，有可能。那至少机票钱不会叫选手出吧？不会，绝对不会。好，我要特别强调的哈，我们如果只是出个香蕉，当然我们找的就只能找到猴子。我们找的是猴子，还是要找超级赛亚人啊？我们整体的体育的经费啊，我们跟邻近的国家比较啊，日本的年度的体育经费是999亿啊，韩国是974亿啊，我们
今年的体育经费只有97亿啊，当然人家人口比较多一点点啊，但是也不能差这么多。好，下一张啊，我刚讲机票，我们参加了世界足球赛的会外赛啊，我们在越南那一次，请问那机票谁出的？体育署出吗？机票也是我们有做补助，我们做补助而已了。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机票还是选手自掏腰包，还没有还给人家，那足协还没有处理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非常顶级的选手啊，陈昌远，陈昌远啊，是好不容易请人家回来代表台湾出赛了，是结果叫人家自掏腰包。对，我们有和这个足协联系，他是比利时的联队的非常顶尖的选手，哎，是，对不对？我们因为他有可能打进世界杯的会外赛哦，那马上要打亚洲杯，人家不来打了，人家不踢了，要不要去检讨？是，这要检讨啊！是，你怎么会代表台湾出国比赛的机票还要选手自掏腰包？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做这种事情了。好，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保险，按照过去的保险，只有保死亡跟意外，那比赛期间的运动伤害呢？没有保险，我要求体育署是不是可以把运动伤害的这个项目把它放进去这一次奥运的选手的保险项目里头？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委员会有提了国民体育法48条修法了，现在是有放进去了，有放进去吗？是有，好，确定。再来，零用金，12强棒球赛的时候我提出这个问题啊，为国卖命的选手，我们只有给他一天的零用金是200块钱呢，讲得过去吗？那这次奥运，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要调整的打算了？是不是还是200块钱？目前这个零用金的部分是一天是一个月是6000块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这些选手还有我们这些选手比赛有一个月的吗？你跟我讲，学生和这个职业的。他已经是就业的和或者是学生的所给予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是多少？一天是多少？如果在培训期的话，学生确实就是都是两好两百两百。好，比赛期间呢？我们的选手出去了，不可能比一个月呀、啊。他可能他的项目，他可能比个几天就回来了。你还是要一天200块的零用金这样的待遇？要我们的选手为国家争光吗？还用这样的条件吗？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们要去调整啊，你们也同意了。我们那这次奥运到了12强赛的时候，棒球赛的时候，我就已经提醒你们了。对，我们你们到现在还要用这样的标准啊？对，我们还要吗？那个国训中心这边在这个做研议了，怎么还在研议了？这么久了，所以你们的心态到底愿不愿意帮忙我们这一些为国出赛的选手？争取最佳的出赛条件，愿不愿意？当然愿意。这一点你们没有做到，零用金你们也不想改善。好，再来，我们的选手出境有没有礼遇通关？有没有礼遇通关？还是要大排长龙？你知不知道现在出国人非常多啊？你要我们的选手跟那一些出境的旅客一样在那边排队吗？我们有没有礼遇通关？没有，你们也没有想到，对，可不可以去协调？请教育部体育署去协调陶机公司。好，我们的国手出国比赛，特别是这一次奥运啊，即便不是奥运，都应该要协助他们办理礼遇通关，因为他们代表国家。这个可以吧？可以，做得到，做得到。这我一定要帮他们争取的。再来啊，刚万健委员提到的啊，奖金。你们没有编年度预算，消极，这个在这里我要稍微谴责一下，但是不至于影响到奖金的发放吧？3金2银1铜，那你们如果真的达到这个目标，你们的预算没有编列，你们用哪一笔预算来支应？基本上它是动支2倍金，动支2倍金，我们不是有运发基金吗？好，你保证绝对不会不会低于我们目前的规划的奖金发放标准，这个绝对不会。好，何处长，请回，谢谢，谢谢你啊！刚回答要很明确的，要去处理啊！我帮出国的选手争取几个出最佳的条件啊！好，请
青发署司副处长啊，青副署长啊。好，请副署长。黄委员好。副署长，当然署长请假出国了。是。当然他回来，我要好好检讨一下。是。他这一次出国，是，带领师铎奖的得主出国旅游吧？是吧？出国参访，出国参访。参访。好，请他回来再来说明了，到底是参访还是旅游啊？我要请问一下哈，我们青发署过去当然是青福会过来，对，是，在我们教育部是这个单位长期以来很少人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非常少啊，有几个目标嘛，职涯教发展嘛，对，职涯发展是你们目标，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第二，国际交流，国际交流对不对？对，好，有，好，再来。公共参与是好、我们为了推动青年的公共参与啊，我们有办理大专院校学生会专题研讨课程计划，是有这个计划。好，这个计划的补助对象是全国的公私立大专院校，是，对不对？对。好，我们有遴聘讲师15个人，是。好，我给你看看我们的这15个讲师是什么人。好，秀下一张。我给你看哈，我们这个15个讲师里头啊，可以放大吗？那个投影片可以放大吗？我给你看哈，第一个陈应儒啊，是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团长参选人。第二个林嘉欣，是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再来林谷龙，洪秀柱立法院副院长办公室研究助理。再来啊，宋威颖，国民党台中市议员服务处秘书。再来张志伟，国民党青年团团长参选人。再来吕红旗，国民党败选网军检讨研讨会召集人。再来林玉智，国民党中央文传会专员。好，你在15个讲师里头，有国民党党部背景的高达10个人，而且有一些人的职务现在还在啊，还是国民党党部的职务了。报告委员，我不禁要来了解了哈。这一个大专院校学生的自治研习营啊，受理的场次是50场到60场，现在申请的时间是4月30号截止哈，执行的期间是从6月到11月。这一段时间，我们青发署要到全国各大专院校去办理这一个公共参与的研讨课程，那由这些讲师啊去分别授课。报告委员，这个是让学校来申请举办的，不是就是由我了解主动申请的。我了解啊，这也太巧了吧，这也太巧了吧啊！因为你们怎么青发署办的这一个？研习啊的课程啊，怎么会有这么高度的国民党党部的背景？这些讲师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学生会的会长或者副会长的干部，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过去他是学生会的会长或干部才会邀请的。好，对，你这样子的办啊，让我要质疑啊，你们青发署啊，俨然就是国民党青年部啊，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比例啊？为什么？应该是巧合吧，因为他巧合，对，他是学生会的干部啊，他在任何的还真巧合啊，是，还真巧合啊。不过你们没有发现吗？学校也可以自己聘名单啦、也不一定是完全从里面选啦，学校也可以自己找啦。我们只是提供参考名单供他参考、这个是公部门的预算办理的公共参与的。课程计划是，它是官方的课程啊，是我们教育部办的，补助学校办的，补助学校办啊，但当然是我们主办啊，我们主办的这个课程的活动要鼓励青年参与，结果讲师授课的背景有高达2/3都是国民党党部的人员，甚至有一些是目前还在国民党党部的专职人员，请问？从这个名单来看，你能让我们不去质疑？到这个时候啦，国民党已经败选了，
还要把这只手伸进到教育部吗？还要伸进来我们的青发署吗？未来我们会扩大它的名单的来源，而且这个试用期间啊，你现在让他们来申请了，试用活动的期间啊，已经是新政府了。当然，我也认为这都不应该让有政治背景的势力伸到我们的教育部来。如果我今天不讲，那你们去管他们的授课内容吗？你们会不会去管他们的授课内容？不会的。他补助案来申请来，我们就要审核啊。对啊，所以，我在这里，本席在这里要求，请青发署针对105年的这个青年公共参与的研讨课程，有关于讲师的部分有疑义，请你们重新检讨，重新办理。好，以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黄国树招委。我们有请下一位是许志杰许委员质询。主席，大家好，我们先请次长啊。谢谢。喂，好，次长好。市长，现在全国我们的足球未来有没有可能推向职业足球？有在努力了，但是确实目前国内的整个足球的人口数各方面来说，条件相对的是比较还不是那么够了，是。对啊，现在因为坦白讲，像篮球了哈，排球其实这个全世界很风行，大家都清楚了哈。那足球也是在全世界的球类运动里面，算是最多国家参与热程度非常高的。好，所以我想，我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没有办法说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发展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可能要挑，至少要挑几样专注。好，所以在这个角度呢，从教育部的角度，或者是从体育署的角度，就是说整个足球未来的发展，你认为是不是应该特别的去重视？我想对足球，刚刚其实何署长也有特别报告哈，这几年我们在投入足球发展的经费是逐年在增加了。那过去当然足球的设施相对是比较不够，但是在这一次2017四大运，为了筹备四大运之后，其实在相关足球设施所投入的经费是相当相当的多，几乎是其他的超过其他的体育的项目。那我想有了这些相关的场地设施之后，未来要全面的推展应该会更有帮助了。是，所以目前从次长的角度，从教育部的角度，觉得足协足球这一阵的进步算满意吗？ 我想当然不是那么满意了，还有在努力的空间了哈。是，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那你跟署长都有保持联系吗？有啊，有都有很清楚。是我们今天来，我先问一下次长哈，你看那个我们女子足球联赛，好，这一张看板，我不知道你这样子看清不清楚。这张看板做得很漂亮，对不对？这是第三届了哈，那第一届跟第二届都只有四个队伍，啊，现在第五届啊，第三届多了我们高雄队。啊，这个也很谢谢我们同事哈，我们刘世芳委员跟阳信银行啊，就是我们这一支球队是今年开始进入比赛啊。但是你看这一个看板，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这一个是台中南京队，你看这些都是做好的看板，这一张是用布贴上去的，你有没有注意看？我们足协这一次体育署补助多少钱？针对这个活动，我们针对这个，只要成立他一个队伍，我们是给该队是300万。那办理这个相关的运动赛会啊，联赛的部分有总共是另外给大概给协会1000多万。是哈，署长，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看板做得很漂亮？嘿，用大的啦，用大的哈。啊、所以你要看一个这么重要的活动，这个会不会不伦不类啊？是观感不好。
这个不只是观感而已，这整个活动的设计，连一个门面，这算门面呢？是。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下子就过了九年了。啊，所以像这个一个很基本的要求，现在我们的球迷都把它当作鞋，这个鞋是什么？鞋星的鞋，开始在触鼻了哈。啊，所以我一直跟署长强调，就是说，所有的协会如果做得很好，当然我们就不见得要去管太多。所有的协会如果有瑕疵或有改善的空间，体育署是不是应该去关注？是，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各个运动单项协会有办理访评，那针对这些啊，我想这个之前我们这个贵院也修正了这个，要修正我们的国民体育法，啊，针对于我们这个协会的评鉴的参与，啊，希望我们这个民间啊来共同参与，那我们这个也会照这个来执行。好，所以我是主要是要让署长去看一下那一个这么重要的门面，是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难过了哈。虽然我们的足球这一阵子，足协也好，体育署也好，我们不断的要求，也确实有一些改善，哦，但是我们认为改善的速度太慢，是，好，哦，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是，啊，哦，市长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谢谢委员关心，是，哎，我想说市长先休息了，先坐着一下，你坐着听也一样啊，哈，哦，所以那个署长，我想。刚才问次长的问题是要让所有的教育部的人特别的去注意将来足球的发展，那当然执行者还是在你身上的重任比较大，是，哦，那对于足协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再努力的空间，哦，我们看下一张，哦，我们的足协出去的时候遇到国际赛事有没有带队衣出去？你知道吧？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对。那你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带？我知道日本、韩国他们都会，啊，中国都有。都有，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都有，我们会没有呢？我想这个部分，这个基本上一个是经费的问题啦。啊，一个是可能我们必须要再来慎重的考量啊，这个我们要怎样去克服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所有的到世界各国去的比赛，通通要求要有球衣，那这样子可能是比较那个严格一点了。但是如果针对国际赛事，啊，我不管是正式的比赛或者是资格赛，针对这个世界国际正式的比赛。你认为应不该有？应该，应该是好，那应该就要改善了，对不对？是。那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改善？我想我们这个就资源的整合或者在重整的部分，我们啊应该要赶快处理这个问题。赶快是好，因为我是希望520以后你还继续为我们体育努力了哈，啊。那如果有延续性的话，如果你可以延续的话，我想尽快有没有机会给我们一个比较盖锅的时间，就是以后从下一次开始，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要求的不是所有的比赛啊，而是正式的国际赛事。好，我想这样子要求应该是不过分了。我想我们在他们提出计划的时候，就直接纳入计划，我们作为一个审查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就直接纳入计划，这个就要列入审查哈。好，像下一次就会有了嘛，对不对 ？OK， 好，再下一张啊。我们有时候我会去 PTT 看一下我们球员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球迷他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是陈昌远的机票的问题。其实球员讲了很多了哈，球迷也讲了很多。啊，就是这个机票到底，陈昌远的机票到底能不能解决？是跟委员报告哈，
那个我们了解跟足协了解，就是说他因为票根是不清楚啦，但是我们现在请足协哦，应该有更弹性的想法和做法，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护照上面应该都会有盖这些嘛，或者是这个电子机票的部分都会有，对，那变通的办法都可以处理。所以现在今天他们就确定会把这个给陈昌元了。所以哈，处长请教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足协跟陈昌元这个机票的纠纷的问题？我也是看媒体。多久以前？上个礼拜吧，上礼拜了。看到都没有想说，这个小事为什么要去坏了足球的名声，坏了足协的名声，坏了球员的名声，坏了体育署的名声？所以我们有请同仁赶快跟足协那边联系，就说要有弹性的做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可以解决了，还要拖到该成功要修改了？没啦，没了，这里若修改了很难看。好，所以我想体育署为什么我一再去要求，就是说我们要适时的介入啊，去帮助他们。如果这个问题很早就解决，对足协、对体育署、对球员是不是都好？好，所以呢，我希望说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个问题了。是，所有的球员到全世界各国去打球，机票是要自己买的吗？没有吧。应该都是协会要统一处理嘛，啊，那处理不好的时候，到底他有没有去，很容易可以认定嘛。就像你说的，护照也可以认定啊，票根也可以认定啊，或者是他到哪个球场去有没有去？难道我们的足协会不知道吗？认定有这么困难吗？为什么一件小事要搞到问题变这么大呢？好，所以我希望说体育署能够多给协会多关注哈。还有我们的足协也曾经在去年的九月发表一个新闻，说球场的出场费本来10000元，后来改成门票收入的30%。这个署长知道吗？知道。你同意吗？后来都有给，我听说 我们同仁有了解，实际上就是有给，都有给，就是不管主场、客场，出场费10000都有给。是哈，你没有骗我哈。是，要确定啊，我要去查。因为你说的跟他自己协会发的新闻稿是相左的哦。有给吗？好，哈，这个我希望说我们事后再查一下。好，就是说。他的之前在去年，我去协调他们的一个公听会，他们都公开承诺出场费要给10000元，对不对？是。不管主场或客场。是。结果呢，后来他们又新闻稿又发布说，他只能提供门票的30%，对不对？那个部分也有给。那个部分也有给。也有给。所以等于说他又多给了一条。是。好，如果这样子，那我们要给足协跟体育署鼓励，正常奖金。好，这个如果是有给，但是出场费也有给，他给两条。好，这个是足协，你有收入，你给球员啊，因为更多的球迷来观赛，那有更多的收入，这算是给球员鼓励，这个我可以接受。是，而且要给足协跟体育署肯定一下，但是原来该给的不能缩掉。是。这个没问题哈，没问题。好，这个我要去查。是，如果以后没有，署长你要赔啊。我们一定要追到有，要追到有哈，这是你说的，这是公开说的哈。是。好，那我们希望说哈，总而言之呢哈，最后的目的，希望说以后足球我们可以变成台湾在世界上也能够替台湾的国号、替台湾打名声的一个很好的啊一个方式。好，希望说体育署跟教育部能够用这样子来一起努力。好，让我们足球可以有长足的进步。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好，谢谢。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次长。好，请陈次长。嘿，
还有青年署。好，是署长、副署长。次长好。委员好。我想主计处最近有公布一个消息哈，是，就是硕博士失业的已经达到2.7万，好，是过去从来没有那么高的数字，好，就为什么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硕博士毕业生出来以后，竟然是失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教育部未来有什么方案能够来减少这些学生们失业的问题？是，谢谢委员哈。我想对于整个硕博士，确实因为这几年我们硕博研究所的数量扩充的比较快哈，所以当然在整个就业市场的吸纳上面产生了某种程度衔接的一些问题。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这几年积极对于整个硕博士的培育，希望采取所谓双轨的方式，就它不再纯粹以学术研究为唯一的目标哈，相当程度对于一些以实务为主的这一方面的课程，希望能够发展出来，让这些人毕业了之后，他能跟产业之间做一些直接的衔接。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也希望在培育的过程当中能够跟产业有直接的一些合作的关系，所以也包括在硕士或者博士我们都推相关的一些所谓产学合作来培育人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当然我们也更关心的是说，学校本身在培养硕博士的过程当中，他应该要关注未来这些学生在整个就业市场的一些状况，所以这几年当然我们透过跟劳动部跟财政部的一些相关资料的一些分析，透过大数据资料的一些分析，把各个学校硕博士生他的一些就业的状况以及他的就业薪资的一些状况做一个完整的分析，这些分析的资料我们都回馈给学校，希望学校根据这些东西来做内部的一些检讨跟调整。市长，那数量会不会太多？现在的硕博士的毕业学生人数会不会超过？对，我想当然这几年硕博士，因为我们过去都是用总量管制嘛，是是，对不对？可是总量管制还是依照以往的数量去做管制，是，并没有随着少子化人数减少的这种情况下去做调整。是。第二个来讲，我只要学校来讲，在这个总量下面，我随便开什么科系都可以嘛，开什么样系所都可以，这些系所跟我们的产职业能够对应吗？在供需上能不能平衡呢？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都应该要去考量的问题。是是啊，我想特别感谢委员啊。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先从博士的量先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整体先3%15%。我们今年还会持续对整个有关博士的总量的部分还会再继续三。每年会删减15%吗？对对对对，去年先3%15%，我们今年也希望继续再3%15%。当然，如果说对于某些科系确实产业提出它有那样的需求，而也证明说在就业市场确实有这样的需要，那一块我们可以做一点弹性的调整。好，我想一个是供需的问题，是一个就是学用落差的问题，是，还有一个是就是职涯辅导的问题，是是是。那职涯辅导现在是青辅会，就那个青发署、青年署，对不对？是。青年署现在真正在负责职涯辅导的这些。有多少位正职的专职人员？本署的专职人员是吧？哦，你青年署的职涯辅导，职涯辅导在学校里面负责职涯生涯辅导的青年署的人，一个科长，青年署啊，一个科在一个科，对，有几个人？科长跟两个正式人员，大概三个人，对，三个人能做什么？我们做规划，然后让学校来申请提案，然后让学校去实行。所以你们规划对，要学校开专题演讲，你们就开课程，学校就开专题演讲。分成要学校做毕业生流量调查，你们就学校就去做毕业生调查。要学校针对学生做性向调查，学校就做性向调查，是不是这样子？性向调查那个毕业生调查现在归高教师负责，我们负责的就是让他开课程或者是融入活动里面去，对学生提升他的生涯智能、生涯辅导的概念。那每年的那个毕业的那个职业辅导会，那个博览会，就业辅导会，那个博览会是教育部在负责，还是在青年署，还是在劳动部，还是教育部都不管吗？现在是归劳动部，就业服已经归劳动部了，所以劳动部在主管。
我知道劳动部是叫管养就业嘛，对，学校办的这些活动也是由教育部没有人负责吗？也是他跟劳动部申请补助去办的。好，是。那现在我们要求学校，我问了一些学校的老师，现在大家都在做交差的工作，都在做交差的工作。是。比如办演讲，有关职涯生涯的部是演讲。平常上课学生的状况是怎么样？办了这些演讲，学生是不是真的在下面在好好的在听？办这些演讲有没有效果？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你们有没有去了解？我们现在改变的做法是让它融入课程为主，就是让老师在课程里面抽出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来做生涯规划的一个智能的教导。好，我们有一个教材让他做参考。不管是融入课程也好，还是专题演讲也好，是。只是很多老师跟我们讲，反正上面要我们办，我们就办。我们有办了以后，学校就拍了照，写了报告，报到教育部去。我们每次都有调查他的就好了。不是报告委员，我们每次有调查他的成效。你们有没有实际的去看看学校，他融入课程怎么融入法？有，我们有这个有一个成效，就是调查结果，老师认为上过这样的一个接受这个辅导里面，他有提升他的智能，辅导的智能有90%。你们怎么去看？你们怎么去看学校这个融入课程到底是落实还不落实？是我们会有会去抽查方式。抽查？你们才三个人呐、一个科长两个人呐、我们另外会有一些你们要跑，你们有多少人去跑？组成一个专家小组。你们光看学校的报告，你们也看不完了。不是，我们另外也会找学者专家，就是辅导界的学者专家，有个专家小组在研究这个。那你们认为学校的效果很好吗？啊？那学校有几位专人在负责学生的生涯辅导？因为这个计划才推动两年了，我们还是不是？我再请教一下，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学校一年有多少的经费？一个学校一年有多少个专职的人员在负责学生的生涯辅导？学校辅导的的确少，但是如果融入课程，他就比较多一些老师在帮忙。不是吗？我在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吗？学校一年有多少钱吗？这个不是不知道，学校是有多少位正职的人员在帮忙？的确很少了，我们平均统计结果大概一到两人了、一到两个。那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一到两人都在应付教育部来的公文，来来往往的公文。他是在做学生的辅导的工作呢，还是在做文书作业，跟教育部来辅导报？你教育部一个命令，一个计划，一个规划案，我学校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什么，我就帮你教育部办。那学生自己真的有没有落实到生涯辅导？不知道。包括委员，那个承办人他只是一个窗口，如果他有落实到课程，事实上就是任课老师的责任跟导师的责任，对吗？对，任课老师的责任，你就说这是老师的责任就好了，你就把责任交给任课老师的责任就好了，对不对？那任课的老师他有没有在好好的去做？有没有真的在融入课程？不知道。问题就在这里嘛。这就是我讲的嘛，他的确是融入课程会，这就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到底重视不重视职涯辅导的问题嘛？重视。如果重视的话，就不应该是这种方式嘛。是。如果照刚刚青天署这样讲法的话，是叫重视吗？我觉得是一点都不重视啊。是重视，只是因为刚刚学校自主来申请啊。对，像学校也有学生跟老师跟我讲，有学生跟他反映的。我们现在要做性向啊，你将来毕业的时候你走哪一方面的兴趣，是哪一方面的职业，哪一方面的职业。学生就跟老师讲说，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跟我实际的兴趣是不一样的，而且差距的这么大。因为学生的兴趣比较多。老师就跟学生讲说，你再去了解一下，你去问问帮你做测的人。结果学校怎么跟他讲？这个是厂商提供的测试版，没有关系的，你随便答答就好了，不要认真的。这次只是做测试而已。那请问一下，学生什么时候可以认认真真的对自己的性向做测试？在入学的大一，事实上老师就应该帮助学生来对吗？问题是老师应该要帮学生，学校应该要帮学生。可是拿一个厂商提供的测试版，然后告诉学生说没有关系，你们就做做就好了。
学校应该用的应该都是 UCAM 系统吗？不要讲应该嘛，都是 UCAM 学校应该做的那么多的事情，你们青发署、青年署应该不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嘛？应该。那青年署有没有在做嘛？问题在这里吧。是我讲了，今天大家都不要用抱着交差的心理，是要落实的心理吧。对，学校每年毕业的时候都办一个就业博览会，有那么多厂商来招生，那这些博览会到底是在征才还是在征才？一个是征选人才，还是一个争取财务的财？我今天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就是有学生跟我们讲，他今天到了那么多的摊位去送赠品，留下个人的资料，QR code 的手机都 QR code 的通通了，结果还没有离开校园，手机上面广告就接了接棒了。这边才手机信息才出去，才 QR code 才点上去，点进去，还在校园里面。委员，这些信息我们跟劳动部那边来反映了，跟委员的这个信息我们。那像这种学校的征才，到底有多少是获得企业的筛选，还是说是借着征才截取学生的个资，然后做商业其他商业的行为，甚至把学生的这些东西弄到大的数据上面去做商业行为的分析，然后做一大堆的广告告诉他，甚至很多学生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就被直销的业者拉走了。所以市长，今天这个学生的就业的问题，职涯的辅导的问题，不能只做这种交差式的工作。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现象，是教育部应该去了解，对不对？就业博览会不能只是说是因为是劳动部办的，或者劳动部主管的，跟我教育部没有关系。可是这些都是学生，当然这些都是在校园里面办的，是为什么还没有出校园？手机里面广告就爆满，平常没有这种现象。只是就业博览会走了一圈以后，就变成这种样子。谢委员的提醒，我想这些事情部里面回去都会深刻的去做一些检讨，需要跟各个学校或者跟劳动部，甚至于要怎样去协助，让这些事情导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这一点我们会来努力。谢委员，我们希望就业博览会是让学生跟企业有一个媒合，是而不是让厂商做一个争取裁员的工具啊。我想这个就失去了意义，是好吧？这个我希望这个市长、教育部这边还有青年署好好的落实。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蒋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大家好，我们请体育署署长。好，何署长。委员好，署长好，署长，我想今天我们最重要关心的是有关奥运的问题哦。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奥运取得资格的选手有多少？29位。29位，10个项目嘛，是。那我比较关心的是哦，未来您可预测的还有可能还有哪几位？我们就设定希望要超过50位了。设定超过要50位，对，所以未来的这个呢，参加奥运的这个代表团，包括选手，包括随行的，总共这个团会大约多少人？以你目前的预估，按照这个奥运奥委会、筹委会给我们的一个规范哈，它是有一个参赛选手数多少，你的队职员数可以多少？对嘛？所以我现在问你的来做预估嘛？预估的话，你总是要有个预估嘛？预估数吧？对，大概会有100个。大概会有100个，100个里面呢，如果选手占了50个，如果你的预估啦，是，那其他都是随行的教练跟所有的防护员，还有医生嘛，对不对？对，还有行政人员。那请问还有行政人员，请问一下，那在随团里面的医生，我们大概比例都占多少？至少2个，至少2个。我为什么这么问？至少2个。那我们现在知道是哪2个了吗？知道，我们是有这个名单了，但是这两个，那我不要说名字了哈。这两个医师的背景是什么？一个是你们有名单的吗？复健的了哈，一个是针对于这个传染病的。
防疫传染是的，因为这一次的巴西的奥运那一个所在的地方，我们最担心的两个是，第一个水的问题，用水的问题，第二个兹卡病毒。我想刚刚很多委员都有提到，那请问一下，其中既然有一个医师是有传染病的这个背景的啊，防治背景的，请问一下，那你们在你们的随行计划里面，针对我们到了巴西要克服的水用水问题，还有呢兹卡病毒，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对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请那个随队的医师，先就真有在拟定，有报告了没有嘛？细部的计划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嘛？对。刚刚很多委员在问呐、啊，刚考察回来，大家关心的是说，这个整个奥运的代表团，包括我们的选手，包括所有的随行人员，那到了巴西之后，面对用水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是这个部分，我们有跟面对了兹卡病毒要怎么防疫？是，我想我们国内有很多很多的防疫专家，有没有跟卫福部合作？会，我们这个绝对会，每次出去都会和卫福部。那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完整的、详细的计划跟细节？什么时候？我们的详细计划就是针对兹卡病毒的部分，我们兹卡病毒跟用水啦。对，一个月。我相信很多委员在关心的是说，我们的奥运的选手还有随行人员整个代表团在奥运的这一段比赛的期间的安全健康，还有会不会受到，会不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嘛，成绩嘛？基本上就是说用水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沙盘演练，要有全套的一个计划嘛。会，那个部分我们一个月内一定会。会有一个全套的因应的策略跟防范的措施嘛？是。什么时候？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是。我希望一个月内如期通通给我们各委员会的委员，好不好？ Okay. 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啊、哦，这第一项啊、哦。第二项，我关心的是，我们现在在国训中心，我们的医师有几位？因为我们的国训中心就在培养我们的国手嘛。我们国训执行长。来，执行长，医师有几位？我们现在医师啊、总共有十几位。十几位。对。那大部分是什么科别？我们有各项的科别哈、哦，包含内科、心脏科、妇产科、复健科、哦、等等。我调了一下你们国训中心的一个医师的排班表了啊、哦。是。有没有十几个？算一算，大概有十个了啊、哦。那大部分集中，当然有你讲的妇产科啦，哈，也有中医，但是呢，大部分是集中在一般的内科、运动医学科、骨科跟复健科，对不对？是。那我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心理諮商，还有身心科的医师？是这个部分哈、哦，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国手在栽培的过程当中，身心健康牵涉到在培训的过程当中的稳定性，还有未来他面对各项的国际赛事的一个当场的一个稳定性，是这会让他更容易取得高标，他预期的一个奖项。那有没有？有有关身心科的部分，在哪里？我们是跟长庚这个医疗团队，所以只是跟长庚的医疗团队配合。所以呢，在我们国训中心里面，并没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医生，报告委员，我们是有在这个心理諮商方面，我们分成两类，一个是心理諮商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叫做运动竞技諮商。那心理諮商的部分，我们跟我们有这个定期排班哈、哦，有两位合格的心理諮商。定期是多久一次？一个礼拜我们有这个四个小时的这个。一个礼拜四个小时，他来。对不起，一位諮商师有四个小时，我们总共有两位諮商心理諮商师。那他要负责国训中心的所有的选手多少人？我们现在奥运的选手有300多位。那当然这个部分。这样子够吗？好，我们还搭配了这个我们的运科的小组。那运科的小组的部分有分竞技心理跟、這個。执行长是署长，我说真的啦，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不够，好，因为呢，心理諮商、身心的健康被你们化为在边缘呐。没错，骨科很重要，运动医学很重要，
复健很重要，但是身心很重要啊。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国手的培训过程里面，当他从小到大被栽培，一步一步的往上的可以担任国手，这中间历经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比赛，得到大大小小的奖项，他必须是第一名，他必须是真的人中之凤。但是呢，迈向奥运不是这么简单啊，差一步奥运的入门票没了，那个心理的挫折，署长应该知道我在讲谁。刚刚柯志恩委员有提到我们啊，我选区之光啊，台湾之光黄韵文署长，我有调出他的 FB 啦。一个小女孩，她一步一步的栽培，父母亲栽培了她十几年，学校教练栽培了她十几年，她明明已经取得奥运的入门票了，可是她被迫减重。减重有没有影响到她后来的成绩？组长跟执行长跟次长，我告诉你，绝对有。他的父亲我都认识，农历年左右的时候，二月的时候，父亲已经非常担心了，到处求救。委婉，我一个好好的查某囝，明明得奥运的国手啊，去让人吵个怕伊呀！我讲是安怎？因为呢，教练建议他要减重，降一个量级来参赛，比较有可能夺奖。好。我也去求证了，在体育界里面，确实很多的单项会鼓励选手减重来参赛，以达到夺牌的目标。但是我请教署长、请教执行长、请教次长，我们栽培一个国手的过程这么倍感艰辛，花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呢，我们对选手的心理的支持在哪里？你知道他怎么减重的吗？署长，你在压那减没不？我们减重有没有专业的医师、专业的减重团队来辅导他怎么减重，来协助教练、协助选手怎么减重？有没有？有。有吗？有。好，那我请教一下，黄韵文怎么减重的？你知道吗？来，你知不？向委员报告，这个黄韵文减重的过程，我们这个国训中心提供。完整的这个运科团队，包含营养师，这个心理諮商师，还有结合这个医师林。你最好把那个诊断报告给我。所有参与他减重的所有的团队名单，通通列出来，他怎么减重的？他一天吃什么？我告诉你，他的父亲告诉我什么？一天吃四粒卵啦，一天吃四粒卵啦。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可以减重啊，而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患得患失，有没有得忧郁症啊？谁来支撑他们的心理状态？谁来支撑他们啊？今天我们看到四月十八号，黄韵文虽然在他的脸书发表，他放下了，他祝福另外一位选手，也取得了门票。他让他来代表国家参赛，我靠，因老爸啦，因老爸嘛哄他，但是放下代表问题有解决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的政府提供的这整个培训的机制里面，到底对这些国手心理的支持系统、生理减重的一个专业的减重的一个团队？我们的支撑，我们的 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报告委员，我们这些都可以提供完整的书面资料。你提供完整的书面资料，最好你可以提供。我已经从上个礼拜要求你们提供，你们提供不出来，不给就是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传达的啊。我今天要讲的是，我非常钦佩黄韵文。他今天他因为受伤，刚刚柯志恩委员讲得很好，我虽然也有同样的合理的怀疑，但是事情还是就是这样子。他之前的减重，
他之前的心理状况是不是影响到他参赛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是后面影响到他脚受伤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不晓得。但是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政府，培养一个国手不容易啊。我们在国手的培养的这个过程里面，尤其国家在培训他们最重要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心理的支持，还有整个后续怎么的辅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不应该被边缘化。所以我拜托尽快给我资料，尽快我们共同来商议把这个制度做好，我不希望有下一个黄韵文，好不好？好，谢谢何委员。哎，谢谢。好，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咨询。主席、次长、本会同仁，大家好，我请次长还有青年署，好不好？是副署长是吗？次长，是副署长。好， 我先念一段文字哦。你的行李只需要带上勇气、坚定、梦想，就可以准备飞翔了。年轻时的流浪是一辈子的养分，很动人哦。然后我们的青年署推动青年壮游体验学习，逐步建立区域策略联盟，鼓励青年学生探索台湾，极赴海外度假、打工、游学、自助旅行、公益旅行及壮游体验，以培养多元能力。那么教育部跟青年署这几年也办了很多打工、旅游、游学宣导会，对不对？好，那我请教您，那么在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澳洲，有58名台湾的年轻人为了要去年轻时的流浪是一辈子的养分，就流浪到集中营里面，流浪到奴隶营里面去，去打诈骗电话。58个人，1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不是有一个人逃脱出来，这58个人到今天为止，你们所谓的打工、旅游或打工游学的梦想，可能是梦碎澳洲。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我都看到各单位都跳出来讲话了。只有一个单位到今天为止还没表示意见，就是教育部青年署。到底这58个人是不是真的响应了我们打工度假、打工旅游、打工游学而去的人，还是他们也是在诈骗我们？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把这事情说清楚，不然以后澳洲也认为说我们跟他之间到底真正是在打工，还是我们在输入诈骗集团到澳洲。跟我们签约的还包括有纽西兰、日本、加拿大、德国、韩国很多国家，这个事件不能小看。到目前为止，政府各部门只有一个缺席还没讲话的单位，就是教育部。我不知道教育部跟青年署对这事情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报告委员，度假打工是一个跨部会的方案，那我们青年署是帮他做对青年学生的宣传，就是有哪些国家有什么条件可以去。是啊，那外交部主管，我们的部分是帮他做国内青年的学校宣传说明会。 是你们叫做共犯，万一你们推销的越有利，因为政府背书，不仅外交部背书，连教育部都背书，你说家长会不相信吗？我现在请教你，你有没有去了解这58个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澳洲？是不是真的看了我们的游学网，或是看了我们的举办的活动，或是甚至如果有参加过我们的打工宣导会？欸，教育部要付国赔，欸，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是我们跟外交部来看看那些名单到底是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而去的。几天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去年8月，要不是这几天因为肯亚大马事件，澳洲这个奴隶营的事情还不会有人关注。肯亚我看到大部分都涉青，大马也差不多，但是现在讲到的打工度假、打工游学的就是澳洲，而且住在千万豪宅，有游泳池、有弹子房、有电影室，这些都很可能是
在台湾的宣导影片里面说，你如果去澳洲打工，你可以享有这么好的住宿环境。搞不好那一场活动就在教育部办的，你们的宣导会里面办的。次长，你们会不会附上共犯集团？万一真是因为听了你们的活动去的，这是有国培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事情？我想谢谢委员的提醒了、啊、哈，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些青年到澳洲的这些青年的一些状况哦，可能我们会进一步跟外交部了解实际的状况，看在部里面这边到底该做怎样的一些配合处理制。我觉得今天听到教育部这个回应哦，我真的觉得你们一直没有关心到这事件的发展，一直置身在事外，没有那危机感说，说到底他跟我有没有关？我也是刚突然才想到，我说，哎，为什么我看你的报告里面只字未提这件事情？你也可以澄清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他们只是冠一个名称叫做去打工度假，实际上本来要离开台湾之前他就知道他要去那边做诈骗行为的。可是如果你真正是被骗了去那边，然后你深陷里面被暴力威胁你出不来，教育部是有责任的。我昨天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同台的一位老演员，他现在就在监狱里面做教诲师，他就听到他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就是也是医生家庭哦，不是不好的家庭，让孩子送到澳洲去念书，然后念书以后，就当然跟台湾的年轻人就交往以后就有 party 以后就可能会吸一些安，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毒品，然后就慢慢的就越陷越深。后来就是家长要找不到，然后觉得不对劲啊，电话怎么都找不到人，飞到澳洲去找了三次，还透过当地人才看到他孩子整个人都已经形瘦削骨。然后其他还有一些人就是去那边打工游学的，那就是因为大家台湾人嘛，年轻人玩在一起，然后就介入毒品以后你就开始陷在里面，你就开始，你没有钱去付那毒品钱，慢慢就在里面，你就只好听他使唤。所以到目前为止，你看你们的所谓的打工壮游三行字没有提到这几年来有没有什么负面的，青年署两页发生了这么一件重大事情，教育部置身事外，我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我很心寒也很心痛。你们竟然到现在为止还要去跟外交部调查，青年署跟副署长嘛，是我因为澳洲度假打工没有名额限制啦，所以目前在澳洲度假打工应该有两万多人啊，但两万多人都是大部分应该都是自行权，因为那边的这个条件或者是青年想要去体验。那发生了这些事情，你们有没有去检讨他们是在哪一个网站上面去登录的，是参加哪一家人力公司然后中介过去的，你们还去了解吗？那有些是不是有恶职的，他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开的。教育部如果你今天没有开办这业务，我不会讲一句话，你开办这业务结果又发生这么重大事件，你竟然今天的回答是两页纸三行，然后只字未提。市长，你们的危机反应我很痛心，你们可以多久告诉我答案？委员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了、啊、因为确实这件事情我在之前我并不了解。那对于青年署在整个处理这件过程当中，他们的参与到底是怎样？甚至于在我们的驻外单位到底有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整个做一个完整的厘清，再跟委员做个报告？一个月是，正好等520之后，交给新政府来处理。有没有搞错？是。这个事情你应该一个礼拜之内就把外交部那58个人的名单拿回来、okay. 看这58个人他在家在台湾的家属是谁，去联络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出事了，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过去，需不要我协助？是副署长，一个礼拜，我就一个礼拜我都觉得度日如年。好，可以，我想我就督促，我们 会要求青年署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些东西好不好，赶快采取机制去营救这些孩子，好不好？我不认为教育部可能100%有错，也可能他自己要离开台湾之前就知道要去做什么。但其中如果只要有一个
是他去之前他完全不知道会掉入这样的陷阱，我们脱逃不了责任。现在赶快先把人救回来，这一点我拜托你们，好不好？可不可以？好。第二件事情是对招委稍微对你们有不敬了，但是我要让教育部知道，委员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昨天我们招委开了一个记者会，关于清大跟新竹教育大学合并的事情。对不起，我是站在校方要合并的立场。可是你不能因为他是招委，他开会你就同意他。我也是招委啊，我有不同的声音啊。在这一次的表决合并里面，有51票赞成合并，26票反对。26票反对的人站出来，你们就暂停。那对那51个人支持要合并的人，你们作何交代？我觉得你应该要弄清楚状况，是，不然以后我们立法院、我们教委会委员，每一个委员都跳出来开一次，你们立场就可以朝令夕改。你们一定要有一把尺在。黄委员他也有他的立场，观念也许对，但我也有的立场，我的观念也可能对，是，但你不能贸然做决定啊，对不对？跟委员报告，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决定了，因为我们强调清大跟新竹教大的合并是由下而上的。那这由下而上的过程，现在清大的校会已经通过了，只不过这校会通过对所谓的1/3或1/2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这些我们会去做厘清，这不影响整个事情往前走。那对新竹教大，因为他4月25号才会提校会，如果新竹教育大学的校会也通过，整个案子报到部里面来，部里面有一定的程序，这包括要经过大学设立变更审议会，所以昨天我们出席的科长说，在520之前大概在部里面会完成那个程序的机会不大，他只是强调这件事情，整个程序还是会照走的。是，当然520之前不可能完成嘛。是，这个事情我跟黄委员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立场，就是要多做沟通。是是，你知道在我选区里面，中央大学要合并中立高中，合并了好多年，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中立高中有毕业的老师跟校友坚持反对中立高中，那个中立高中名字不能没有，他认为那个是学校的光荣。后来花了好多年，最后把它变成3中，中央大学附属中立高中，大家各取一半，你懂吗？是，那是需要协调的，花很多时间。包括北科大跟我们桃园的桃园农工，我跟陈根的委员、杨丽环委员、吕玉玲委员，我们都有去协商，那也花很长的时间。也有人讲说北科大我干嘛要跟桃园农工并在一起，但也有桃园农工的校友说，你把我并了以后，我桃园农工我回来我找不到我母校啊，各有各的想法，他一定要双方合意。是，但是我觉得教育部你不要有太多的公权力的上级长官的角色，他们自己去谈。是啊，谈了要结婚就结婚，没有错，谈不成分手就分手，没错没错。基本上我们是更不要因为我们委员而改变，可以吗？我们是乐观其成啦、啊、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部里协助，我们还来协助，是，但是外界一些相关的声音，我想校内还是要多去做一些沟通跟处理。那至于涉及到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我们还是会做厘清啦、啊、是，所以我跟黄委员是有不同的看法，是，但是共同看法就是就尊重双方自己去合议，好不好？委员，我这样讲对吗？啊，多沟通嘛。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不会，求同存异了。好，好，谢谢，谢谢陈昭伟。好，谢谢。接下来请高金素梅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有请青年发展署副署长。好，请示副署长。委员好。副署长，请问一下，你们青年署有办了一个青年壮游台湾计划吗？是。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让台湾各地有特色的景点或者是生态古迹，让年轻人有机会去深度体验，所以我们有委托了各地的民间团体来承揽我们的壮游点计划。这个计划呢，其实呢，我在走访部落的时候，我看到了。是。那么其实呢，本席也支持您哈、嗯，但是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副署长，就是说，是原乡部落有4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
都是在都会区里面。是。当我们青年署在推动所谓的壮游台湾计划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我们都会区的青年和部落之间的关系？有，我们这个计划是让他当地有特色，他来申请哦。所以当地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比如原乡部落哪一个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他在当地已经经营了，或者是人曾存在很久，他对当地很熟，他可以规划路线来跟我们申请，成为一个壮，经过审查之后补助他经费，让他去经营一个壮游点。好，我再问细一点好不好？因为呢，每一次我们政府推动任何一个计划的时候啊，其实都跟部落差很远，原因是因为您刚刚讲到，你可能都是交给一些团体去做，然后要不就是县市政府去做，是吗？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下放到乡里面去？乡如果他有民间组织，我们也欢迎他来。好，所谓的民间组织是不是就是说地方上的协会啦，也可以啊，或什么啦？对，是可以啊。好，也可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原住民地区的协会，他觉得我可以让我们的都会原住民都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里面来参与原住民的文化啦，或者是等等的部分，他都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青年发展署申请经费，是这样的意思吗？可以提案申请。他怎么提案法？是直接给你们呢，还是要到县市政府，然后呢有一个审查机制，完了之后才到你们这边？他直接跟青年署可以提案，不过他一开始可以先办几次叫游学台湾的活动，就比较短期的活动，那经过我们评估审核，他可以长期经营，我们才让他赋予壮游点的任务。哦，我懂了。所以壮游台湾计划，他必须要有一个下面的这个小计划，让他们先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呢，他才能够申请到所谓的青年壮游台湾计划，是吗？是的，壮游点的计划。好，那我再问深入一点，就是当这个小计划要办理的时候，他是送到县政府去吗？不需要。他办送到哪里？送到直接跟我们。好，比如说我是一个民间的协会，我想要办你所谓的青年壮游台湾计划，那么我必须要办前期的东西，我必须要先写计划。对，请问一下，这个计划要从哪里拿？计划在我们网站有一些资料，有一些表格，有一些范例可以参考。好，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到？你知道吗，市长？我相信我现在手上如果要你们提供原住民有没有相关的协会从你们这边有办活动，我相信应该是零的，要不就是个位数。你认为呢？你有没有信心告诉我，其实原住民的部落协会已经知道这个讯息？我们会有一些说明会去宣传，你们的说明会是到哪里？请问县市政府开说明会？不是，都到哪里？乡镇公所也不一定就用到哪里。我们原则上是跟民间团体来，对嘛？好，你们的民间团体他会广发所有的这些讯息给我们的城乡偏乡地区或者是原住民地区，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那个青年发展署有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希望你们来听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要推动。是未来我们在原乡地区再加强宣传，好不好？更多人知道这个讯息。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其实呢，我们有四成以上原乡地区的孩子都已经流到了都会，那这些孩子事实上是跟原乡地区断了几代。然后我们那个教育部一方面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回去，可是我们却一方面没有这样的讯息。这是好计划，本席是支持的。目前，但是你们是不是你们的方法能够再精确一点？你刚刚一直告诉我说你们交给什么民间单位？我可不可以再问细一点？民间单位是哪些民间单位？他怎么样能够取得到你们那个青年发展署的这个计划？他是上网招标吗？我们资讯都在网络上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取得你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然后到部落里面去开说明会，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还是你们直接告诉你这个民间团体委托你去办这样的计划？我们在发函的时候，通常会通过县市政府让他转至所属的团体知道了，所以县市政府说有转到地方的乡镇，可能要看看。市长，县市政府做法是副署长，我觉得你们这个青年发展署哈，我不是在这边隐喻你的年纪啦，啊，既然我们的面对的是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更创新的做法。目前在你如果还是按照这个非常传统的到县市政府去，本席的经验
就不可能会到偏乡跟原乡。本席的经验，县市政府就会给他们所属比较跟他们有关系的、有利于县长选举的这些团体去承揽这所有的东西。你不要否认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这个提醒你的这个事件，它是存在的，好不好？好。所以呢，麻烦一下，你们今天回去了之后，告诉我你们想要怎么办。第一个，第二个，我要你前两年的资料，原乡到底有没有人承办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有，目前有四个团，四个点是做青年壮游点的。四个点，哪四个点？在花莲的原住民，这个还有一个花莲的泰巴树部落。嗯，泰巴树还泰巴郎？泰巴郎。哦，我看这个谁？哦，你连原住民的地名你都念错哈！来，再来。马泰安光雾乡的马泰安部落。嗯，再来。原住民学院的民主促进会在南投丰丘有一个协会，另外宜兰的绿冈籍原住民永续发展协会，冈籍，冈籍，好。那你知道吗？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你讲的三个都是在阿美族的社群，冈籍是在泰雅族部落宜兰，那冈籍部落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他是从孩子念书的团体里面自己清楚知道这讯息。对，我去看过。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有700多个部落，我们有40%以上的孩子是在都会区，不见得会知道这些讯息哦。是，所以你们的触角是不是要更广一点？好，谢谢。你同意吗？同意。同意，所以今天回去之后，麻烦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怎么样再把这个触角再扩大，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县市政府。在原住民地区，是不是要跟原民会结合呢？或者是原民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部落的一些讯息，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讯息嘛。所以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们的中央明明有一个原民会，可是呢，我们的各部会横向联系非常的差。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请一下体育署署长。署长，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里约奥运参赛的筹备情形，但是呢，本席还是要让你了解，当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奥运筹备的时候，体育署有没有从基层运动选手的养成到取得奥运参赛权这个问题上，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是。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当然，任何的政策事务的推动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好，我就针对原住民的部分好了哈。花东地区我们有棒球选手，是台东有一个达人乡的土板排湾族的体操队，体操你都知道吧哈。然后原乡的田径选手，其实呢，这些都是非常多优秀的基层的，从小开始要训练。是，组长，我看到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孩子他没有管道。我觉得这些政策好像都不足。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场馆跟运动的这个场非常的差，原因是什么？我想署长你应该知道，是因为我非常多学校的运动场，我们必须要县市政府配合，是，对吗？是。然后县市政府呢，通常都会愿意把钱放在人多的地方，偏乡地区的运动场少之又少，是，偏偏非常优秀的这些运动选手，未来有可能到奥运的这些运动选手，全都是来自于原住民的这些偏乡地区。是，在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运动场的状况之下，其实呢，有很多孩子到了一半，他的伤害就造成了运动伤害。我提达人乡的这个体操， 是吗？是。然后我提这个原乡地区的那个运动场。是，就是这样的情形，请问一下署长，我们该怎么解决？是，这里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也正委请师大哈，针对我们这个各级学校的这个场馆，它所必须达到的基本教学所需的基本设施设备，和场地，再做一个调查，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些调查结果。如果确实是不符合他的最基本的需求的，以及他们场地设备确实就是已经非常的糟的，我们
未来都会纳为优先补助的对象。好，你优先补助是什么意思？是体育署会给钱？我们会和县市政府来合作一起。现在是必须要县市政府提供其那个三分之一的费用啊，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主计处的。对，那但是有的县市政府他不愿意啊，因为我们除了六都比较有钱之外，其他的县市几乎全部都是负债哦。我想讲的苗栗县政府都还要裁并学校。教育公平正义的问题。好，所以署长你是不是？所以署长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声音是？也让我们行政院清楚知道，或者是主计处知道，是让他必须要突破这个规范。是，如果这个规范不突破的话，你刚刚讲的再调查都没有用，除非你可以告诉你调查完毕了之后，要行政院有一个专案处理，这些都可以免除所谓的地方政府要出三分之一的经费，我们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要不然的话，你再调查再多的数据，到了地方政府不能配合，还是没有办法。署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吗？是，我们会跟这个院里来做沟通，好不好？你们必须要让新任的行政院长清楚知道这个状况，因为本席就针对这个状况已经无数次跟我们的主计处也好，审计处也好，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可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这必须要专案政策突破，你同意吗，署长？是，我们好，请问一下，你刚刚说的现在去调查的所有的这些校舍，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运动场所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就是一急迫性，二他可能有选手真的是非常优秀，但是他并没有场地可以训练他，我们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调查好？我们这个委托计划是到年底，因为他要全国总调查。年底啊？是。所以你们这个调查是刚刚才启动，是不是？今年才开始委托。今年才开始，现在才四月，所以还有六个月。是。我觉得太慢了啦，我们署长不要到年底了，好不好？其实你们很快嘛，你们请学校报嘛，报需求嘛，请他拍照嘛，拍照觉得 OK， 你们觉得符合，你们就到现场去看嘛。为什么每一次政策都要拖那么长的时间呢？我们要把它做分级分类，因为还要看它的整个的年度什么时候。你可以不可以提前？我们会加速半年好吗？是，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高金委员。谢谢何署长。 好，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搞路移用委员。搞路委员不在。好，请廖国栋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陈一鸣委员不在。黄秀芳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徐国勇委员不在。姚文智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许玉仁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叶宜晶委员不在。好，好，接下来哈，我们有来。好，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陈廷飞委员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冠以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报告委员会现在由委员提出临时提案。共有七案，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2016里约奥运在即，由于巴西里约兹卡病毒疫情爆发，里约奥运筹备委员会宣称，各国自行处理比赛期间选手防疫以及感染病毒之防护医疗作业。然本国代表团选手人数高达50人以上，随队医师仅2名，显然以。于前线提供最完善之防疫与紧急医疗行为，现请教育部
寻求卫部资源，扩大建制更缜密、更机动之医护团，以因应疫情，保障选手健康，创造疫情。提案人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苏巧慧，钟嘉宾。好，同意。加入联署。委员有没有意见？张廖万坚委员加入联署人。同意。好，同意。好，本案通过。第二案。第二案，2016里约奥运即将举行，由于路途遥远，飞行时间长达25小时以上，对选手之体力负荷、参赛表现影响甚巨，建请体育署整合各项资源，提供我国参赛选手全数搭乘商务舱，与里约选手创造最佳成绩。提案人委员吴思瑶，联署人委员吴志良，苏巧慧，钟嘉宾。好，加入联署哈。好，张廖万坚委员加入联署。好，署长说明，报告一下。原则上我们就是全数应该是达成了，但是有不可抗力因素的部分，我们就不能归责于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是全数。反正就是全数尽力嘛，是为目标啦。对啊，是好，我也来加入联署人啊。好，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三案。金报在上月中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资格赛中，出现中华足协要求选手致电往返机票，拖延支付选手，并且实验计发公开承诺之奖金的状况。在近年有一段流行语叫做“出得起香蕉，只请得到猴子”。结果体育署在国手的待遇问题上，没有积极提供足够的后勤资源，事故请教育部于一个月内。针对相关问题，向中华民国足球协会要求解释，将本次事件纳入未来协会考核之列机，并提出针对相关国际一级赛事之选手差旅资应的改善规划，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进行说明。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苏巧慧、吴思瑶。好，委员会有没有意见？好，我也加入联署。好，张廖万坚委员加入联署。同意。好，同意。好，教育部同意。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四案，因应高级中等教育法未来之修正，高级中等学校校务会议未来将纳入学生代表作为当然成员，落实校园民主与学生自治，建立青年发展署之任务之一，即为青年公共参与，其中关于学生自治职能提升部分，目前高中与大学之相关业务却分属国教署及与青发署各自办理。为使事前统一，建议教育部未来应考虑将相关业务统一交由青发署办理，并一个月内针对相关各级学校学生资质与校园民主教育之改善与提升，以书面报告向教育与文化委员会进行说明。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苏巧慧、吴思瑶。好，委员会有没有意见？好，本席也加入联署。好，张廖万坚委员加入联署。同意。教育部同意。好 ，OK。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五案，寻找优秀本国裔海外球员，并且邀请归国，提升国内竞技战力，已然为目前国际趋势。然而，在足球项目上却出现中华民国足球协会片面毁约，拒绝履行台裔比利时球员陈昌远相关合作条款。此举不止影响台湾国际声誉，也造成台湾未来邀请优秀台裔运动员返台为国效力之困难。事故将教育部一个月内针对相关问题向中华民国足球协会要求说明，并针对未来邀请国外优秀台裔选手之规划，以各协会与选手之协议执行监督方式，以书面报告向教育与文化委员会进行说明。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苏巧慧、吴思瑶。好，委员会有没有意见？那个，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每年我们现在对足协的那个补助款项有没有明细啊？啊，教育部回答。我一并可不可以一并提供？OK， 好，说明。好，明细一并提供。好，我加入联署。好，张廖委员加入联署人。好，本案通过，下一案。有人提供国手必要之照顾与待遇，不只是国家队代表对选手的尊重，也是让选手得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在赛会上为国家征战的基本要求，而如何妥善地针对国手需求规划必要的后勤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舟车劳顿，体育署更是责无旁贷。建此请教育部一个月内针对本次里约奥运选手之机场通关、旅行，包括机场等级、保险与各式实施规划，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进行说明。
好，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邱乔慧、吴思瑶。好，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可不可以加一个哈？就是说，针对选手的这些旅行啊、保险及各式食宿规划， 对， 对，加一个我们刚刚多位委员都垂询到的，就是那个人身安全，好不好？好，那个提案委员，人身安全啊，这规划好，谢谢。那个有一个错字哈，第四行，跟主席报，第四行有一个错字，体育署那个署字，对对，改过来的，那个改过来的，好，同意。好，感谢啊、哦。好，教育部同意。好，本案通过。好，下一案。第七案，教育部体育署在去年九月十七日修正国光奖金办法，提高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之选手奖金，以金牌为例，奖金从1200万元提升到2000万元，又体育署以三金二银一铜作为今年里约奥运的得牌目标。为查今年体育署预算针对优秀选手奖金预算，却未配合得牌目标而有所增加。反而与往年相同，只编列3000多万，如此漠视选手权益实不可取。因此，要求体育署应即刻检讨国际赛事选手奖金编列程序与方式，针对国际赛事、国际体育赛事于年度编列预算时，应尽早编列符合目标之选手奖金，使达到鼓励效用并保障选手权益。提案人委员张廖万坚，联署人委员吴思瑶、陈学生。好，本案委员有没有意见？同意。好，联署人加黄国书。好，同意。本案通过。好，其他都结束了吧？好，报告委员会哈，我们刚刚的临时提案哈，七案哈都已经通过哈。然后另外除了陈廷辉委员之外，还有姚文智委员、何新存委员、郑丽君委员、陈怡民委员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好，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说明了。好，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临时提案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都照案通过。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那跟大家再说明哈，我们下午的新竹太空中心跟仪器中心的考察。一点的时候，科技部的专车会在我们群仙楼的门口啊。原则上，我们一点集合，一点半准时出发。好，感谢各位，谢谢。哎，谢谢，是啊。哎呀，你吴思瑶代志，我即摆过来甲伊参详。